报文会出席委员十员，移除法定人数。开会。我们现在先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30日星期三上午9:02至下午5:40，12月1日星期四上午9:09至下午1:14，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蔡适应等12人，列席委员赵振宇等21人，列席人员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宙及所属，行政院主计总处专门委员曾焕栋，主席罗昭杰委员致证。11月30日星期三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处理院会交付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财团法人荣民荣眷基金会105年度预算决议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等四案：一、冻结遗产拨还及不动产处理预算26万元；二、冻结修缮维护费预算22万元；三、冻结宣导慰问预算50万元；四、冻结董监事会预算15万元。决定以上四案报告完竣，同意动支并提报院会。11月30日星期三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宙报告，委员蔡适应等17人质询，均由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宙、副主任委员李文忠、副主任委员吕家凯、服务照顾处处长林夏富、就养养护处处长赵秋莹、就医保健处处长罗庆辉、事业管理处处长杨嫁人、行政管理处处长刘志福、人事处处长蔡英良及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张德明等及其答复。决议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之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陈明文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报告及询答结束，105年12月1日继续审查。105年12月1日星期四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决议一，审查结果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205项，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第一目没入及没收财物200万元照列，第二目赔偿收入700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65项，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第一目使用规费收入1亿5233万8千元照列，第四款财产收入第225项，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第一目财产孳息385万4千元照列，第二目救物费救物资售价193万6千元增列50万元，改列为243万6千元。第七款其他收入第223项，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第一目杂项收入8亿3891万9千元照列，税出部分第26款，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第一项，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原列1174亿8452万7千元减列，第二目退出一官兵就学职训51万元，含退出一官兵职业技术训练50万元，退出一官兵职业技术训练项下业务费之物品10000元，科目均自行调整。第三目，荣民及荣眷健康保险项下，荣民健康健保医疗部分负担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四目，退出一官兵服务救助与照顾105万元，含清寒荣民子女就学补助100万元，海内外退伍军人联系作业项下或业务费50000元，科目均自行调整。第五目，一般行政1056万4千元，含人员维持项下奖补助费之奖励及慰问936万元，基本行政工作维持20万元，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项下业务费之国内组织会费4000元，办理统计与资讯管理作业项下设备及投资100万元，除奖励及慰问936万元及国内组织会费4000元外，其余科目均自行调整。第八目，荣民安养及养护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之设备及投资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十一目，退出一官兵退休给付项下退休及赡养官兵眷属各项补助之奖补助费5000万元。
共计减列6332万4千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174亿2120万3千元。本项提案二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另通过决议90项，请参阅，并请翻至第74页。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送财政委员会会诊后提报院会，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罗召集委员质证出席说明。以上宣读。请问一下，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就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部长冯世宽、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报告近期共军于东亚海空域之演训，我国国防预警防卫能量相关因应之策略及国际军事合作交流之办理情形、未来规划方向，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先介绍在场的委员：王定宜委员、刘世芳委员、罗志正委员、马文君委员，还有林长佐委员、李淑玲委员。介绍一下我们与会的长官：国防部的副部长李喜民、李尚佳；常务次长薄鸿辉中将；政务办公室代主任韩刚明先生；政治作战局的副局长吴荣轩少将；国安局的副局长周美武。好，现在我们要先进行机密的报告，那请大家清场一下，请配合，谢谢。
直接给他两份假就可以走。没关系，你开始在计算时间，您放心。等一下来计算，等他们加好。预算期间呢，我们那边控制按铃啊、计时都那边。机密要说的现在先说，因为媒体今天都要被拍到，跟他们讲要先走。桌上先去收，因为媒体先进来了。谢谢主席哈，我们是不是请国防部副部长还有国安局副局长？请李副部长、周副局长。委员早，副部长早，副局长早哈。我想这几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也就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与蔡英文总统越洋电话谈话十多分钟。我相信这对于台湾在整个国际外交当中，等于是我们一个很重大的突破。这个突破，我相信让我们更确认我们台湾一个国际地位跟国家的一个位阶。那在这个电话当中，很清楚，这是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在推特上推文说的。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当选总统，谢谢你。再来，当然，这一通电话曝光之后，中国也有做了回应。那当然，川普又在推特当中说，美国能卖给台湾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我却不应接受一通恭贺的电话吗？我相信这句话非常重要。今天可以接受军购，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国家。这句话其实很清楚，可是就有人又用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在做评断。可是如果我看到这句话，基本上可以有军购，就表示它是一个国家，这很清楚。所以我相信川普在推特所PO的这几篇，他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对于台湾绝对是友好的。然后在今天我们又看到法新社的报道，也就是川普在推特里面又说，当中国贬值货币，使我们的企业难以竞争，对我们卖过去的产品可以重税，但是美国可没有课他们的税，或是在南海中央打造强大军力时，中国有问过我们的意见吗？我不这么认为。 I don't think so。 这非常清楚他的态度。然后呢，再来，我们也看到了《纽约时报》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角度，他说川普视台为杠杆支点，美国优点燃台海紧张。好，我今天就要问了，我们的国防部的副部长
还有我们国安局的副局长，连续川普的一个推特里面的 po 文，其实对于台湾，我相信确认了我们的国家位阶，但是中国也不断的在搞小动作，所以不是台湾搞小动作，是中国搞小动作。所以请问副部长，你怎么看待这整件从川普与台湾总统小英通过电话一连串的一个 po 文，一连串的一个资料显示，你怎么看待？你会认为是点燃台海的紧张吗？副部长，跟委员报告，我不认为他会点燃台海的紧张啊。事实上，维持一个很好的台美关系跟维持一个两岸的关系，良好的关系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当中并不见得一定要有产生这个冲突或者是这个矛盾。那这个电话从我们自己在行政部门工作的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象征嘛。那未来对我们在国防部推动对美工作来讲，这都是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嘛。所以我基本上觉得，目前来讲，政府处理这事情，还有这个美国处理这事情，我个人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虽然，有些外国的媒体或者他不提供不一样的看法嘛，那这是媒体的特性嘛。那当然我们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现在我们掌控的讯息当中都是正面的，全部都是正面的。我们请问国安局副局长周副局长，在你以国安局的角度，你所得到的所有的情资资料显示，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从这一通电话开始，再加上川普在推特的所有的言论，基本上会点燃台海的紧张吗？我跟国防部的看法是一样的啊。我想刚刚委员点出了很多的重点。这一次是我们1979年中美这个断交，台美断交以来，美国对台美的互动模式啊，第一个产生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这对我们当然是一个好的事情，也是一个好的开始。那么这种互动模式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视为这是一个美方对我们的一个善意。那么未来我相信台美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那当然有靠于我们所有各部会以及所有我们关心国家安全跟国家利益的所有的国人共同来努力这件事情。我们不要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争端，我想在各方面我们都应该非常积极努力的支持我们国家现在目前所对台美之间所要采取的一些作为，或者是我们积极的互动的这些方面的做法，我认为都是一个好的一个开始。所以你们的评断是善意，而且是审慎乐观。审慎乐观。所以我们要借着这审慎乐观的一个前提，我们要继续发展后续台美的关系。我相信这样子的一通电话，对于我们整个国际外交，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希望不论是国防部或是我们国安局，我们不论是在整个台海之间的关系，或是在国防，或是在整个情势，我们更应该以善意的角度审慎乐观。那我再请教我们国防部副部长，这个是日本防卫省他的资料，现在日本防卫省的资料大家都可以在很多的媒体或是在网络当中看到，所以大家就开始担心了，那是日本的资料比我们还多，还是我们自己不敢公布，到底是什么状况？因为他们全都录，把所有的资料包括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还有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全部都展露无遗，到底中国战机它怎么绕飞台湾，
而且基本上如果看这张图，我觉得该紧张的是日本，不是台湾。为什么？它所有的航线其实除了经过菲律宾的航空识别区，还经过了日本的航空识别区，它是从台湾的航空识别区从旁边绕过，没有进到我们的航空识别区。所以如果依照这张图来看的话，基本上该紧张的是菲律宾跟日本。尤其日本刚好在这一次中国的战机，包括轰六，还有 TU-154 电侦机，还有运八电侦机，它是从南端这一头 往北绕过台湾往日本飞行，然后呢在另一波是从 SU-30 是从北端这边飞行往南，也是就是在日本的与那国岛这个附近去做了汇合，汇合之后再往北飞。所以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应该是他把它串联起来，大家所担忧的也是这个串联会不会变成是常态性。过去都是单飞单回，可能我有南方这边飞，我还是由南方这边回，我用北端这边飞，可能我还是由北端这边回。可是这一次不同的是他把它串联起来，当他们绕过了巴士海峡、宫古海峡之后，变成有汇合在一起往北飞，串联了。所以这个串联会不会变成是常态，大家现在担忧的是这个。但是它完全是在日本的航空识别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到底他是在对谁示警啊？他挑衅的对象是谁啊？副部长，跟委员报告啊，事实上日本当然是很严肃嘛，那我们也很严肃。那日本有公布，我们没公布，但是我们刚刚跟在机密会议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掌握的比他更清楚，反应比他更快，做的也比他更好嘛。那至于委员说这个好跟快不是用嘴巴讲的，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必须用我们实质的。因为今天大家会认为说日本他们的防卫省直接把这样子的一个区块抛出来，认为他们比较能够掌控。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们在第一时间，其实当中国的战机起飞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的战机也起飞了，而且在他在我们南端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掌控住他的飞行方向了，是不是？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刚刚在机密会议报告，是不是比日本公布的更详细嘛？我们所有的处置作为也都跟各委员以机密方式都报告。我们之所以不要公布那么清楚，是我们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机制嘛？那我们做的是，但日本他可能所以你们要解释的更清楚嘛？你要跟外界解释的更清楚嘛？否则现在我们会被污名化，说我们没办法掌控嘛？那我们会改进了，这方面我们会持续来让大家对我们有信心嘛。那你觉得在这一次日本的压力跟台湾的压力是在于说他现在串联起来了，那到底他是要挑衅谁？是中国要向日本示警吗？说现在可能美国退出 TPP， 听说日本要起来把所有亚洲相关国家把它扣起来，是有这样的示警味道吗？那个，我想他来做这个事情，当然不可能针对我们，他不会走这样的路线嘛。他当然是有把他全盘呢，可能台湾啊、美国、日本，他都有考虑进去，但是这是他的考虑嘛。那美国、日本那一段，我们也没办法去考虑，我们只能考虑台湾这一段嘛。那因为这是一个战略意涵的东西，我们只能说用分析的方式。所以，他如果做这样的，你认为真的是如同这个央视他曾经一篇报道说，这可能是在对台湾挑衅，你认为呢？我不认为是单一针对台湾，单一针对台湾不会走这个路线，不会走这个路线嘛，对不对？不会走这个路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嘛。这样子反而感觉上应该是对日本比较，反而比较严重一点嘛。如果我们从这个他公布的图来看的话，其实副部长，我要提醒你啦，其实中国一直都有在做
演训啊。从2013年中国甘肃军事基地仿造清泉岗机场，再来2015年中国军演模拟针对外交部北一女，还有台中机场，甚至还有总统府，这些在资料上面目前都还找得到啊。再加上最近的，我们看到520以前，2016二月份，中国还军演火炮要攻炮炮攻新竹啊，所以我相信他的军演其实从来没有对台湾友好过啦，这过去都是如此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应该慎重看待这一次他把它串联起来的这一次军演，但是真的不要过度去解释外界的过度解释，我们自己要更能够掌控所有的讯息。好，这个部分副部长，我们希望讯息掌控，而且有可能未来这种串联式的军演会是变成常态，所以我们如何因应，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报告。好，谢谢。好，谢谢委员。请再次应委员。主席能不能请副部长就备询台？请李副部长。委员长，委员好。副部长早安哈。我想我首先先问的第一个问题跟今天的主题比较没什么关系哈。我比较关心我基隆家乡最近发生一个重要的事情哈。了解。就是关于这个基隆的这个旭川河的严重的漏油的问题哈。那为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很重要呢？这个造成了基隆市民哈这个。人心非常的恐慌，而且它不是一天，它好持续好几天的时间，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时间轴，它是在今年的11月28号，就是上礼拜开始发现有所谓漏油的问题。那29号的时候，基隆市环保局有派员到现场稽查，进行水质的检测、油污的采样，然后当时有问过军方，军方的回答是说，这个军方的油管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在现场的时候，军方的油库的库长也这样告诉我，说在军方现有的所有的这个管线都没有问题，这个应该不是军方的。我记得当时军方是这样回答。一直到11月30号，我们有协调紧急应变中心9点半的时候开始开挖，然后开挖的时候确实有挖到部分的漏油，那是过去旧的残的油管，那漏油的量有限，所以当时也认为说应该还没有结论出来。一直到12月1号。那中油公司委托民间的潜水夫到整个旭川河的我们的下水道去看现场，发现确实有漏油点，持续在漏油。然后12月2号那一个晚上，1号晚上半夜开始，基隆市政府跟军方在这个漏油点的地方整体的大规模的开挖，总共清出了2400加仑的废油啊，哦，这个量很多，那而且目前还在持续调查，周边仍然有持续的问题。那为什么要特别先讲这个时间轴讲出来？因为大部分的国人对于基隆发生这件事情并不是很清楚哦。但事实上，上个礼拜其实我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的市长、还有基隆市政府、还有军方、还有中油都在基隆的现场哦。当天晚上10点多、11点，我也在现场看整个的一个状况哦。这张图是你们的油管抢修的作业流程哦。我想这个是我们军方弄的一个东西哦，发现漏油、旋转等等等等一些过程哦，然后来通知来海关等等哦，这个是指现役的油管。所以我首先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副部长或者我们在座的官员哦，我们军方的油管啊，到底目前是怎么管理的？有分成哪几类？副部长你晓得吗？还是你们有哪一位知道的？我想我们请陆军，我们那个所有的不管是海军或者空军的这个油管哈，是统一是由陆军的后勤指挥 ，OK 好，来统一来统一管理。我想在实务上他们怎么运作，在这边请他们跟委员报告一下。报告委员，我是陆军参谋长，在这边向委员报告，在这个专责管理的单位来讲，我们陆军陆勤部有补给油料处，少将处长。
然后在这个陆军部啊，这个中将指挥官指导之下，哦、另外在各地区啊都有这个补油库的单位专责在巡管，巡管哈、哦，所以你们巡的管是巡什么样的管？巡管就是说我们的现在在使用的油管嘛，对不对？对对 对, 对。废弃的油管你们有在处理吗？废弃油管我们将图资提供给这个县市政府。好，那我想确认一个问题哈、哦，我想问一下这个案子里面，你们有基隆废弃油管的图资吗？有。确定？确定哦，你们说的哦。好，对对对。那第二个问题是，废弃的油管里面有没有油？你们废弃就是你们一个油管啊，如果你们决定要将它废弃的时候，你们的流程会怎么处理？现有的油管，你们废弃要怎么处理？这个专业的，我们请这个啊，韩请说。巡部来说明。喂，好，我是陆勤部的参谋长。刚刚委员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油管要废弃之前，一定会做一个顶水的动作。那顶水完之后啊，会有一些仍然在油管里面，难免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油水了混合，因为它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但是就是只有剩下大部分都是水了，水而已嘛。好，谢谢你哈、哦。为什么要这样讲哈、哦？这个是当天我们后来的当地的新闻哈、哦。我认为有几个问题，等一下问一下副部长。就第一个，我认为这个案子花了3天到4天的时间才找到漏油的点啊，我认为这个时间实在太慢了啦。好、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哈，刚才你讲的这个废油管的处理哈，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哈，事情发生之后，当时有邀请你们的海军水下作业单位去支援呐、啊，但也没有办法当下就派员去提供，还要拖到国防部去协调才有办法来协调。这三个问题，我首先第一个讲哦，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问题？说你们有提供图资，但是当下在漏油的时候，其实军方都一直不认为是你们漏油啊，所以你们提供这图资没有用啊。完全没有人用啊！如果我们提供图资的重点就是我当下就知道哪里有漏油点，我的图资才有意义嘛。可是当下提供图资的时候，军方其实都一直在半信半疑，认为不是他漏的油。为什么？因为军方的人在现场告诉我说，这个漏油的量那么大，我们现役的油管都是好的，所以不可能。我们废弃的油管也不会有这么多油。我想问一下吼。接近2500加仑的废油啊，我想军方都在大概多少公升啊？就是公升乘以四，1万公升，多少？乘以四，大概这个接近1万公升嘞、欸，1万公升的量有多少、啊？很少吗？我想叫副部长，1万公升的油量多不多、啊？很多。你们一台这个诺克斯级的军舰油加满要不要1万公升？当然要，当然要嘛，超过了，远远超过。哎呀、啊。那这么多的油，你说你有顶水油封，顶水加油把这个油清除掉，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油在里面？所以我严重的怀疑啊，而且我质疑军方过往你们的废弃的油管的处理啊，便宜行事，根本没有将里面的这个残油给它处理掉啊。基隆的事情发生只是冰山之一角啊，全国有多少的废弃油库的下面都还存有残油，而且量一定非常的庞大。军方不用检讨吗？为了这件事情，所有的人忙了3-4天的时间。前面2天，军方都说跟他没关系，都说是中油的。中油说我们那边有油管，我们那边有油管叫做航空油啊。结果我们委托 HGS 验出来，结果是柴油的时候，军方说怎么可能？我们的柴油都是好的啊，没有漏油啊。结果居然是废弃的油管漏油。所以我一直要想说，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所以我这边要求，我想也请我们的这个副部长能不能宣示一下齁。第三，这是第一个我要求国防部齁，这个后续的部分相关的费用要全权处理，这整个都是国防部应该处理的问题。这有没有问题？这个没问题。哦，只要于法有据，我们当然全权处理。当然了，全都是你们造成，你们是元凶，当然是你们处理啊。是。第二个，停用型废弃管线务必调查清楚，这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有图资会去做。我觉得你们图资不正确啦。第三个，你们现有的油管抢修作业流程，你们做一个新的作业，抓把废弃油管的流程可以出来吗？废弃的可以，我们好好检讨一下。第四个，我要求的不准再有废弃油管残油，完全清楚，能不能做得到？这才是我最关心的。目前军方没有编列相关的预算把废弃油管处理掉，对不对？废弃的油管就让它丢在土里面，不要管它，对不对？你们现在做的就在做这件事情，它不是一般的水管呢、欸。
它里面装的是柴油、欸，也有可能是空军的用油啊。委员这边跟你澄清报告一下吧，不会是废弃油管就给它埋起来，不会，他刚刚有讲嘛，他应该做一些盲封什么。你们的废弃油管就是没有清除啊，你们就是逮他装新管吧，又旧的油管直接在土里面不处理嘛，是不是现在就是这样子处理？没错吧？现在这边报告一下哈，这2400加仑，我们了解的是它是油水混合。因为当初你听我讲完，我现在问就是说，对你们的里面。你们现有的废弃油管是不是都一样埋在土里面没有处理？对，有不对，没错嘛。逐年都有在处理，像今年清除了15处，我们也有预算在处理。你有预算处理，也有一年处理多少？都可以跟委员报告。一年处理多少？分平常的作业维持费，好配合县市政府。今年就以今年为例，清除了15处，几公里啊？几公里？你告诉我几公里？你们清除了几公里？这个详细资料我们在提供，以及地点。那另外一个属于投资的方面，就是配合。现役管线超过25年的啊，像105年到109年，我们编有4亿余的预算。好，没关系，这样好不好？这个部分我想请副部长哈，最后一点我最关心哈，不准再有废弃的油管还有残油完全清除，请他们调查清楚。你说你们清理15处，请你们提供相关的资料。好，我要求逐年将台湾各处废弃的油管，如果是战备油管就保留，废弃不用的油管应该逐年把它清除掉，清除包括里面的油清除，或者是把整个管道清除掉。好，以上是谢谢哈。再来，我要问一下，还是关于今天的主题哈，这个就要请我们的国安局，不好意思，国安局副局长。好，那部长你可能就先回座一下，没关系。我想问一下国安局哈，针对这件事情啊，国安局之前知不知道我们的两方的高层要通话？部长，你晓得吗？国安局有没有掌握情资？总统府要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晓不晓得？至少我个人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我们这个国安局哪一个处管这个业务啊？有没有管辖的业务处长有没有来？不了解，没有人知道。好，那我想问一下，就一个问题哈。对于后续的国安局的掌握啊，我想问一下哈。第一个，英采专案啊，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哦？中国放话说要惩罚台湾当局啊。新闻有出来嘛？环球时报，中国的官方海外报讲得很大声啊。那我就在想说，他怎么个惩罚法？第一个，他会不会对于我们英采专案产生变卦？会不会打压不让我们的总统过境美国到中美洲访问？有没有可能？你们有没有收到相关的情资了？我想还是你知道什么叫英采专案吧？我当然知道。知道那就好。来，那有没有可能？还是目前没有这个消息，没有消息，没有消息，所以我们总统出访这个事情大概不会受到这个事的影响。副长，立意属其他内就对吧？应该是，应该是确认好、哦。我要对你有信心的。第二个，他有没有可能去动我们的邦交国啊？我想这个邦交国哈，中共一直在挖墙角，嗯，这个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那他会不会借着这个事情加大他的力道？有没有可能？不无可能。为什么要这样讲哦？这个《环球时报》里面的写的就是写这句话内容。他说：“哈，要把台湾的邦交国继续让他断交，好给台湾压力，就是叫做惩罚台湾当局。”所以，我刚刚问的国安局副局长就是说，目前来讲，你们有没有听到有哪一些国家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中国频繁的接触、讨论跟当地国的建交？你们有没有收到相关的情资？目前没有，目前也没有。你讲的目前没有，是我讲是这个礼拜没有，还是这个月没有？就是从上周五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就是说，除了他的媒体放话之外，我们的情资单位并没有收到中国在实务上他们有更进一步的消息。所以至少在现在，我们相关的邦交都是还算稳定，就对了。就至少你没有听到有相关的情资反应嘛？对啊，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嘛？哈 ，OK， 好。再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副部长哈，不好意思，能不能请副部长再就备询台？主席，不好意思，我再把这个问题问好就好了哈。主席，不好意思，再把这个问题问好就好。这个他讲的惩罚台湾的第二个，就有人推测他会不会军事封锁台湾哈、啊，就有人这个想象论就出来说，他前几天的这个中国的军机绕台湾飞一圈，是他们已经有打听到消息，说这个川普跟蔡英文要先通电话，先预先航行给台湾压力，给川普压力，但是效果不佳，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啊？因为这两个时间点有一段距离嘛。我认为无稽之谈，随意猜测。无稽之谈，随意猜测就对了哈。那你认为好？那之前的不可能，但之后中国会不会把他这一段的行为当成是他一个封锁台湾一个说，因为你台湾不乖，因为你台美通了这个电话，所以我故意借这个理由来做军事上加大对我们的封锁的力道，有没有可能这样做？
两位总统讲个话没有严重到已经跑到那个阶段的话，这个副部长讲得好，再讲一次，来你说怎么样？我说两位总统讲个话没有这个严肃或者严重到那一个阶段嘛？那个如果真跑到那个阶段，大家都没有办法认同嘛？大家都没有办法认同，是，所以这个可能是有点扯太远了，扯太远了哈。好，那最后我想再问一下最后一个议题哈，就是关于这个幻象机的部分。早上这个副部长你也接受询问哈，幻象机我们一直没办法取得有效的升级，中国是不是背后的因素之一啊？我们没有申请过要升级，没有升级过，所以完全没有要升级的事情。这不在我们的需求范围之内，没有。所以这条新闻是这个与事实不符，与事实不符。好，所以我们的幻象机，那幻象机的堪用年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照媒体所到的说，他说到20年左右，到2018年左右，有可能到达这个时间到的时，这个有没有可能？还是你的延寿已经都做好了？因为以目前我们的零附件的筹补情况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嘛，齁，所以我们幻象2000本身就没有所谓的升级计划，目前没有，没有升级计划，是我讲你要那个参谋长你要讲清楚，是目前没有，还是跟发方还没谈好？目前没有，所以也没有跟他谈这个升级计划嘛。因为现在目前发方本身也没有做性能提升，所以我们没有提，发方也没有主动提出，双方都没有主动提出就对了。是的，这 就现有的零件继续筹补妥善率的运用而已嘛，哈。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说我们的这个幻象机的整个训练的筹补会被中国给影响，也没有这个问题嘛。没有这个问题。好 ，OK。那所以副部长，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说对于目前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这样的一个热线的通话。就你来讲，即便中国的外交部可能有些动作，但刚才我们的副局长讲说，到目前止情资没有显示他有进一步的行为，除了他在官方的媒体上表示以外，第二个就他的军事的行动上来讲，目前副部长你的看法是也没有异常的军事的异动，也没有嘛，对不对？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OK， 好，谢谢副部长，谢谢。好，谢谢委员。请江启臣委员。啊，请主席先邀请副部长还有副局长。李副部长。还有周副局长。好，委员长，副部长，刚才。蔡委员问你说，这个最近川蔡对话会不会造成军事上面的这个风险，包括封锁台湾等等？你说扯太远不可能嘛，对不对？哦、基本上、哦、我想是这样、哦、各位去想一想，96年的台海危机哈，96年台海危机其实是李前总统去访问康乃尔，哦、所以从95年闰八月一直到。96年的这一个总统大选，部长，那时候你在哪里？我在船上工作。哪一个船？我在潜舰当舰长。潜舰当舰长。我在金门两栖蛙人。我从96年八月每天战备到隔年的四月，你知道吗？啊，危机的造成可能不是一天呐、啊。但它有可能会累积，所以你刚刚回答我也不能说错，它的可能性的确在短期内不高，但是作为一个副部长，我必须跟你建议，你不能排除相关的风险，你不能给大家错误的讯息，尤其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你必须讲，你们会做最坏打算，最好的准备，随时观察，随时应变，你懂我意思吗？了解，你赞同吗？赞同。啊，我是亲身经验告诉你啊。95年闰八月的时候也不怎么样啊，可是几句话而已，导弹一直射了，射了多少你知道吧？然后到隔年的闰八月，我们刚好遇到总统大选，第一次的民选总统大选，老共就是给你脸色看。所以面对所有。台湾对外的外交的作为，我们当然支持台湾应该走出去，我们要有外交作为，但是美中台三边的稳定
两岸关系的和平也是很重要的前提。再过来，我请教一下那个副局长，请问一下，下个月英才专案要过境美国哪里？我想目前外交部应该会对外宣布。外交部对外宣布，会不会总统会不会会见川普的幕僚或者川普本人？会不会？我想这个主事单位是外交部。主事单位是外交部，那你们乐不乐见？如果总统有机会会见川普，你们支不支持？你们有没有评估？幕僚跟川普本身，你们做什么样的评估？这是国安局的工作。跟委员说明，我们对于相关的评估，自从上个礼拜五讯息出来之后，我们一直都在持续对各界的。所以你们认为总统应该见川普，还是只见川普的幕僚？我想还是有其他的想法。我想要看外交部的规划。看外交部的规划，目前外交部的规划是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你们不知道，他们也没跟你讲了啊。那如果有机会见川普，那当然是在他还没有就任总统之前，是有这个机会，不是没有，对不对？你们的评估有没有机会？我不敢妄下断论。你也不敢讲，所以这完全交给外交部，是这样吗？好，如果说真的见了川普了，那你们有没有做相关后续的可能产生的这一些余波啦，有没有做评估？我们现在对于一般假设的状况，我们不敢去做这些。你一定这样回答，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个假设性问题，你要赶快去做功课啦。因为以川普的个性啊，他搞不好就宣布他要见蔡总统，也有可能啊。还是我们只要提出要求，搞不好他会答应啊。就算只见川普的幕僚，都可能会有一些余波啦。所以你们要做一些打算啊，做一些因应啊，不能老是啊，事情发生了你们才要来评估，才要因应，往往都错失了很多时机，好不好？谢谢委员长。我在这边特别提出来啊。再过来就是这个关于啊老公的飞机飞来飞去这个问题啊，来我们看几张图啊。这个是你看到这张图啊，这个我想刚刚其他委员有秀过啦，这都是日本他们的资料啦啊。我要看的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啦，防空识别区我们旁边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个他们有没有进到我们防空识别区？最近总共有三次啊，有三次的这个他们的演习，有三次的演习，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对不对？有没有进到防空识别区？有没有？委员报告，我是情报室助理，情治助理次长。我们掌握到其实不止这三次，不止这三次。对，那这每一次都最多只有在防空识别区边缘，没有进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所以，尤其是这一次，都是在顶多到外围，在外围是。好 ，OK。那十月十七、九月二十五，我们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这都是日本他们公布的资料啊，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里面都列机密，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在日本来讲，这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的。从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七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本都是及时公布的。他把他们飞行的路线，还有哪一些飞机，甚至他们拍到的侦察照片，全部统统公开。啊，我待会再问你为什么我们要列为机密，日本都公开的啊。啊，这是让国民有知的权利嘛。啊，我们看看，等一下回去刚刚那个图。上面一张，九月二十五，你看他演习的地方，其实离台湾有点距离。十月二十七，拐个弯，啊，还是离台湾有点距离啊。我们看十一月二十五，这个部分，我们看一下，十一月二十五，它的飞行路线，我是很纳闷哈，这个图没办法显示它到底是
有没有进到防空识别区，因为他感觉上就是在防空识别区边缘而已。那他开始演习的地点是哪里？跟委员报告哈，他现在依照空勤资料，刚才已经说过了，他这次演习的飞机共有运八电侦、苏三十、图幺五四，还有轰六这些飞机，他出发的机场不一样。那这一次我们掌握的时间都比日本还早，这是我们列机密的原因。但是他出来之后，他每一个飞行的 pattern 和是不是每一次都飞这个路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他在出机场，他任何动作任何，所以他从不同机场飞出来之后，飞到这边会结果可能都不一样。回到这边会，然后从那边绕一圈，是这样吗？这一次当然的情况比较特别，所以这一次针对性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这一次的情形当然不一样。我们所以这一次也没有进到我们防空识别区，也没有，也没有。但是我们的空军有随时待命吗？有，都处置了，这可以听。他们飞上来之后，是不是我们就已经在上空等他了？他还没飞上来，我们就已经掌握住了。所以飞上来，那我们天上没有飞机在等待他？我们有载空机，我们有各基地的警戒机，这个等一下有工作不做补充。因为如果他们飞到旁边，我们才要升空，我们是来不及的，我们绝对来不及的。好，我们再看下面几张图片，再往下。好，这个都是日本他们公布的资料，都没公布的资料。他们可以这样子公开的来公布他们所侦查到的这些资料跟照片，为什么国防部不行？日本可以啊，国防部不行。我们抗胜的理由是哪里？跟委员报告，我们国家的战略跟日本的战略不太一样。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跟他们的考虑因素也不一样。我们刚刚在那个机密会议上面公布的那个照片啊，是不是这些照片？比它漂亮多啦。是吗？我只看到四张哎。那而且那很小张哎，我还在那边比对说是不是从日本 copy 来的。委员，有几张的确很类似。委员，你如果你再看看那个照片，就发觉又不一样了。哎。你一看看又不一样，你要放大了，我就拿放大。没有，因为这个是不同时间的。你们在那个机密那个里面是11月25号的，这个它是不同时间的。哦，好，这不是重点，我重点只是问你说资料不能公开的理由嘛？你刚才已经讲了，我请不同，考量不同。当然，我很简单啊，我做每一件事情，我去公布什么事情，在对方来讲，他就会想说你有什么本事。很多事情他是来试你的本事的。好，这个我可以接受。我如果每一个本事都跟他讲，这个在所以其实日本公布，其实他们也会有同样的理由啊。所以表示日本的本事可能还比这个还更高啦，因为他敢公布这些东西，所以他的本事绝对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不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吧？如果是这么简单的逻辑的话，那我也公布啊，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有其他考量吗？当然有。好，我那我请教一下部长啊，这个川普他任命啊，这个有绰号叫疯狗哈，马蒂斯当部长，国防部部长，他这样子的一个任命啊，到底对于整个台湾未来的国防布局、台美的军事合作关系，最近当然国会关于这个2017的国防授权法也提到台美国防交流的升级，在配合上马蒂斯的任命，啊、哦，有疯狗之称，就表示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强硬的啦。啊、哦，他之前针对南海曾经发言哦，美国应该建构更强大的海军力量，拥有更多的军舰能够派往中国海。所以未来川普虽然他选举的时候讲孤立主义啊，但是他从国防部长的任命到他最近外交上面的一些反复，其实我不能排除美国虽然不会续行奥巴马的重返亚太的政策，但是在单方面的军事作为，你认为他会不会在亚太地区部署重兵来面对所谓的北韩的问题也好，或者中国的问题，会不会？跟委员报告，如果你回去翻翻看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希望把海军的船恢复到350艘作战舰，这个陆军54万的兵力，什么都是在提升军备嘛。对，那按照刚刚这个委员介绍了很好的那个马提斯这个将军他的理念嘛，对，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在理念上是契合的嘛。对，他们希望维持一个很强大的海军的部队的力量嘛。嗯，那
你维持强大的军力，对你维持那么强大的军力，比现在更强大的军力，那你要放到哪里？你放到美国自己本土吗？好，好像也不所以你间接回答是有这个可能，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他也讲美国维持强大的军力，你们这些伙伴们啊，要来分担一点吧。我们啊、相关的军费啊、支出啊，不能老是由美国来付嘛。所以这是不是代表未来台美之间的军售短期内就会有一些突破？现在或者是进展？现在做这个预测，因为新政府都还没上任嘛，哎，可能其实很快啦，剩下一个多月而已啊。因为还有很多，譬如说助理部长级，一直到还是说部长、副部长，我问你啦，我们如果说川普上任以后，我们最期待的、最想要的美国军售，我们希望他批准哪一项？当然是合理价格的啦，天价都不用谈了啦。就你觉得哪一项是觉得川普可以在对我们来讲？啊、不是只有口惠而已，对不对？更何况，川普跟蔡总统也通了电话啦，蔡总统也跟他讲啊，国防商人会协助啊。那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我跟委员报告，刚刚我在机密询答的时候也回应委员，我们提出的清单都不是美国要我们买的，而是基于我们的战略跟作战需求。当然，我们是要开我们要的、啊。不管他美国政府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期待。就我刚刚问你，就是说我们最想跟他要的是什么嘛？现在来讲，我们想要不想要，我们有固定的管道来去做这个申请。那比如说，适合在比如说今天媒体所讲的幻象2000，它的升级出现问题或出现空窗的问题，你们有把握马上解决吗？那个幻象因为是法国的飞机，对，所以它跟美国没有关系，没有错。但我的意思说，如果这个空窗没办法解决，你有没有思考过要跟美国采购另外一种战机？不管是新的还是中古的，有没有？这我们历次的报告，这方面的未来远距的这个第二代的飞机的希望的需求，有四大需求，那些空军都公布过，对吧？我讲的是说，万一这个幻象2000你真的没有办法获得升级的话，你会面临非常庞大的支出，而且还有一个空防上面的一个问题。那你有没有想过要借这个机会？跟川普总统他们来要求，能不能售台一些可以让我们弥补空防上漏洞的这些飞机？我们会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时机，所以你会去表达了啊、哦？当然了，不管任何时机 ，OK， 任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你能够跟大家讲的，我们不能够允许有空防上面的漏洞了。我们不会，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也不能说只是死守在说，我赶快来跟法国谈升级，就谈不成，也要一直谈，谈十年谈不成，那架飞机大概已经不行了。委员要对我们有信心了，我们每天殚精竭虑都在想这个事情。好，我们一直要给你信心，但是要有一些作为了。谢谢委员，好不好？好，谢谢。等一下，在罗志政委员询答完毕，我们就休息十分钟。现在请王定英委员。谢谢招委，麻烦副部长，请李副部长。喂，好，早哈，副部长，我们今天比较注意的是中共解放军在我们周边海域的演训的状况哈。就我们可以说的资料上来看哈，其实中共的海航兵或者是他们的空军非离开第一岛链，他们叫做远海远程奔袭训练，应该是从2013年开始持续进行到今年。今年从3月、5月到目前为止，大概至少有7次，至少了哈，至少有7次。所以我想要简单请问一下哈，他当时绕着我们的 ADIZ， 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外面飞，好，最近的时间最靠近我们的距离大概是70到80公里，好，这个地图上就看得出来了。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他们的穿越第一岛链向西太平洋飞将近1000公里哈，对台湾来讲到底具不具有军事威胁？你是不是可以简单回答一下？他如果单纯的想要对台湾做军事威胁，他不需要往西太平洋飞1000公里吧？
虽然不是直接，不是直接对我们的军事威胁，那他想干嘛？那当然，他还有别的他的意图，除了台湾以外别的意图。那我就问你第二个事情哦，那我们情报室这边也可以补充了哈。那他对美军驻日美军在冲绳的这个空军基地等等，具不具有威胁？他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对美军、日本这些来讲啊，他都会是有威胁的，因为他的影响力到达这个地方，不管他用拒止外军也好，或者说区域拒止也好，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或者他怎么样的战略思维来讲，他都是本身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那远一点哈，距离中国本土2500公里的关岛美军的基地，飞到第一岛链外面1000多公里，对关岛有没有影响？要看看他什么样的飞机，跟他什么样的武器了。他就带着那个长剑啊，长剑十号啊，有没有威胁？我们得细算一下他的这个武器的。我再算给你看啊。我们台湾的安全建构在我们自己国军的保卫上以外，亚太的军事结构对我们的安全当然有影响。同意。那很多人把这个绕行台湾解释成。跟政党轮替有关哈，事实上，国安局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跟政党轮替哈无关。2013年它是持续进行的，而且密集到什么程度呢？几乎每个月都一次，最多说一个月两次。然后呢，他们的编队飞行除了战轰机、电侦机，还有伴随机。那11月25号为什么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他绕了，他从巴士海峡、宫古海峡绕往北边，又回到另外一个基地绕了一圈，在11月25号。有战轰机，加上他们的电侦机，这个比较特别，否则飞出去又飞回来，事实上是经常的所谓的远距远航的飞行。那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我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关岛距离2500公里，然后呢，他们的轰六如果带着长剑十型的话，飞到了出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长剑十型巡弋飞弹大概涉及的距离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关岛就开始产生实质的威胁。所以这样子的经常性的训练，我再回头问副部长一件事情：中共的海军的航空兵、中共的空军，加上他们事实上这一两年来登岛啦、陆海空海面下的演训，再加上讯息部队，就是他们所谓的。网络作战部队大概都相当密集的演习，请问国防部，我们目前判断他们在这个局势上是单纯的要发展海上霸权，还是对台湾有潜在的或实质的威胁？我觉得两者他都有，都有，所以对我们事实上是有实质威胁，因为一方面绕着我们飞，二方面阻却了。或者他想阻却、想吓阻美国的关岛跟冲绳的空军基地加索纳那边，所以他是有这个意图。根据中国今年公布的他们的军事白皮书，特别讲他们要抛弃以前重陆轻海的思维，开始要发展海军嘛。然后呢，他们也要发展海上强权。可他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南海我们有太平岛，东海巴士海峡到宫古，我们台湾本岛就在这个地方。北边当然东海、黄海、渤海，他们演习很多，所以我们对于他们如果在最靠近我们，我问一个直接实际的问题：他这样绕着飞，最接近我们的地方大概在南端左右大概是70公里到80公里。他突然间转向的话，我们的警戒机来不来得及？我们警戒机就已经在那里了，两架，我们就一定的架次在那个地方啊。对，我的意思说，他这样近的距离转向的时候。我们军方判断，我们地面上的飞机起来应变来不来得及？我们已经有飞机在天上了，几台在上面来得及，哎，所以你觉得是来得及？不但天上有，地面也在警戒，地面也有，所以没有问题。细节的数量、时间的反应我不问了因为这牵到我们的战备。谢谢我只是代表纳税人要请教国防部。请纳税人放心。刚刚绕的飞距离我们最近只有70公里，70公里大概就那桃园新竹到台北的距离而已。对，那我们早就已经在旁边了，有盯着嘛？当然有盯着，而且全程盯着。好，所以安全有时候是来自于信心，实质的作为要靠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再问进一步
刚才讲的是中国他们要发展海上霸权，是绕着我们飞。我相信我们的战管啊，我们的军方单位，其实尤其空军，其实压力都相当的大。那这刚才从我们的同事在问，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当然我会问国安外交部或国安单位哈，他们通了电话之后，当然是37年来台美关系的一个大突破，当然是好消息。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当选人跟台湾的总统民选的总统可以直接通上话，绝对不是坏消息。可当这个好消息的背后，我们就要注意它的连锁反应。但是连锁反应外，我们也不要急着去会反对这样的通电话的，大概除了中共以外，不应该来自于我们国内。我们都乐见这样的发展，但我们要注意这个发展背后的连锁反应。通电话之后就没有了，还是有继续线性的往上往好的发展。我们要观察两个，一个就是美国的法律跟政策，一个就是美国的用人。我们第一个看他的用人哈，这个 James Mattis， 这个副部长，你是海军嘛哈？是。你跟他认不认识？他是海军陆战队的。我不认识他。也都完全没有互动过。我们他的军旅生涯、啊、差不多都在中央司令部那边。他是中央司令部，他没有在后来中东的战争，他比较参与过。他没有在太平洋这一块工作过了。哎、这个詹姆斯马蒂斯，他被叫疯狗的原因是来自于他的坚定，或者有人说他极右。他曾经到在中东战争的时候，他告诉伊拉克当地的民众说：“我为了和平而来，我没有带枪炮。”可如果你们敢搞我，我就把你们杀光。亲口讲，对着伊拉克人民讲，所以他是非常的，对军方来讲是一个放心的将领。然后川普非常欣赏他，说认为他是最像巴顿将军的一个人，现在用了他当国防部长，而他主张是在南海要强化战备。那我相信，做一个国防部长不会只看南海，加索那也要看呐、啊，宫古也要看呐、啊，宫古海峡那边也要看呐、啊。甚至于东北亚美国的第一利益圈韩国跟日本，他那当然都要看哈。所以就你的了解，因为我知道你对在跟美国的往来互动或者军售上，我们副长是涉略很多哈。你判断 James Mattis 如果就任国防部之后，对台湾的军事的交流、高阶的交流，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未来有什么样的要运作的方向？我当然个人有很高的期待啊，但是也很这个坦白的跟委员说哈，军事交流在美方跟台湾的军事交流，在美方也不只是国防部单独做一个决定啊，也不是现在，对，也牵涉到国务院啊，也牵涉到更高层级，所以他们做这个决定，有他们整体的一个作业机制嘛。那纯粹就马蒂斯当部长。纯粹就国防部这一块，我个人有很高的期待，就认为这是往正向，对台湾有利的正向发展。但是他整个行程决策到执行，并不是只有国防部一个人在做，因为他要接国防部长、哦、目前还是违反美国国会规定，要退役7年以后，就军人要当文职的国防部长，要退役7年以后、哦、但是必须国会通过特别，不过共和党过半、哦、我想通过不会有问题。我们台湾的国防部长基本上也是文人要接任、啊、那目前像冯世宽是退役很久了，所以这个双方的文化有雷同，那我们判断那是正向，我都觉得我们国防部可以做一些因应准备，真的他们的国安团队组成之后，我们有一些运作的空间、哦、那一定会。 我手上这一个是201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 NDAA， 就是国会国防的授权法，这个授权法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我们看下一页，提到了也是经过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就对台湾的六大保证，而这六大保证呢，在现在川普已经任命的白宫总管担任共和党主席的时候，也把它列为今年总统他们总统大选的时候共和党的政纲，所以基本上这都对台湾利多，那老共一定跳了。所以这一个军事授权法案，它是一个新通过的法律，就我们台湾国防部针对它这里面通过的部分，你我刚才有听到你回答，对资深的军事这个 officer 的互访本来就在做了哈，你觉得我们部长级的出访 DC 的可能性高还是低？因为他写在不管他们共和党的政纲授权法，大概已经到一个程度了，而川普包含他的副总统彭斯这两天的讲法，意思就是我跟台湾的关系，我为什么问你老共？你中国的外交也都没有问过我美国啊哈，
你判断上我们有没有值得努力让部长级的，因为那又升高到一个程度，部长级的互动有没有在推动或有没有机会？我们会努力推动了，不过这次比较高兴的是2017的这 NDA 啊，它主要是推动是他们助理部长级以上或者降级来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可能比我们部长推动访美到部长去更有意义了。所以真正的价值是他们的军职人员跟高阶的高阶将领来到我们这里，哎，这我觉得来了我们这边，我们有主场优势嘛，跟他们沟通就更方便。那目前有没有计划第一批什么时候来？再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不好讲，就说不好讲了。不是不好讲，因为这个 NDA 这个事情还是牵涉到他行政部门，还有国务院，他们有很他的。那个大家要等到川普政府了啦。哎，这个，所以我现在做任何预测，我觉得太早了。太早。哎，准确度没有。我们期待在明年哈，根据这个授权法案。那双方的互动最重要，你刚才讲的，他们美军的高阶的人员、资深的人员可以正式来台湾拜访，这个其实对双方的关系跟台湾的安全是有正面帮助的。我们一直这样，当然在争取推动。我最后问一个小问题哈，跟主席借一分钟。最近我们军方当然有一些调动嘛，像八军团纪将军就调来当副参谋长哈，这个陆军的啦哈。那有牵涉你个人的部分，你心情有没有不好？我心情很好我觉得安排的都很好。牵到我们的参谋总长的部分了哈，因为我个人认为你笑容你应该读得出来吧？不，笑很多种，苦笑、微笑、大哈哈大笑都有哈。不，因为这个是军方高级的一个领导统御的一个调动啊，军心很重要。那你副部长，你个人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将领，担任任何职务，我甚至你当文职的，我都觉得会适任哈。那因为有这样新闻出来，大家会担忧。不管是参谋总长三军轮调的一个传统，或者是对个人生涯的安排哈，安排有人对你抱屈了哈，那倒不必。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委屈的地方？完全跟这个委员讲完全没有。我觉得这个安排在我们的军中的文化伦理哈，或者整个架构人的这个用人能力，我都觉得非常的恰当了。你非常恰当，所以事前你也知道这个安排。我内心的讲，这是很恰当的，哎，是。所以没有委屈，没有毫无委屈。谢谢委员关心，心情不错。委员关心我其实更窝心了，所以完全没有委屈。对，这你们都属于重要的领导团队，你们的稳定对国家安全很重要。谢谢，心情不好，我们欢迎你来找我们喝咖啡，一定请你。不会，不会。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请罗志正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副部长。请李副部长。委员好。部长辛苦了哈。谢谢。我们平常心看待所有的人事安排了哈，尤其是你带着军职担任政务的副部长，总统已经破例了哈，这表示对你的专业、对你的表现的一个重视哈。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副长，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会有秘密会议？其实你的回应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们未必要让对方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因为那个也是一种情报的一部分啊，所以日本要怎么公开是他的事情，可是我们的态度很清楚啊，我们知道多少也未必要全盘对外说出了哈。是，所以你刚才那个回应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哈。是，不过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哈，这是不是第一次中共的军机绕行台湾一圈？是不是第一次？是的。是，那这个政治上你觉得这是一个早晚会必然的结果，还是觉得来得太早了，或者觉得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个人来讲，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军事的意义，它背后一定有政治的目的跟动机嘛。我完全部长你怎么看？对我个人来觉得我并不讶异了，我觉得时间也不算早，早晚会出现嘛。对，早晚出现，现在出现也不算早，因为他其他的事情都做过以后，然后他有这个能力嘛，他为什么不去展示这个能力？所以部长你觉得并不讶异，这样绕行台湾一圈会不会未来会不会常态化？他自己讲了，他现在都是变成他的例行性的训练。好，那这样例行训练会不会造成我们一个所谓的警戒的压力，更大的压力？因为过去可能在南在北嘛，现在绕到东边去，会不会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应变的做法，基本上以这一次来讲，都应变得很不错了。对，那他来的频繁越多，我们当然压力越大。但是我们现在的目前的机制。
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嘛。但是我们 SOP 我们随时会去看，所以 SOP 没有必要做任何调整。对，如果万一有需要调整，我会赶快。因为他以前是顶多公股这边又回去，然后巴士来又回去嘛，对对对，现在绕到东边再回去绕一圈嘛。东边也是比较远嘛。对，但是就是对对搞不好越来越近啊，也有可能啊。对，所以我们会持续的这个 watch 它，然后我们该如果需要改正的话，我们会非常快。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不敢疏忽嘛。所以目前我们的 SOP 标准作业程序还没有必要做调整嘛，对不对？因为目前以这一次的这个刚刚机密报告跟委员都看了嘛，哦，我们该有的东西拿出来看，我们觉得空军都 OK， 国军都做了蛮好的，很好，谢谢。那个刚才王宇已经帮我稍微说了一下哈，这个所谓 NDA 就是国防授权法哈，那个国防部看过没有？我不能说全本看过了，我个人三千多页当然不可能全本。对啊，但是你们说看过，我就要讲说你们乱扯。我不敢，那个委员的学问比我高多了。没有，我亲自亲眼见过，我都不敢说。但是跟我们相关的，我当然我都看过。好，最相关就是一二五四 section 这个地方，对不对？他特别强调 senior， 所谓的 military exchanges， 资深的军事的交流。可是副部长，我特别提醒哈，他原来草稿不是这样写的哦。这是后来定稿，十一月份草稿的时候写的更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草稿。这是上个礼拜众议院通过的，然后这个礼拜参议院还有一个版本会做调整。这个修改过的跟草稿不太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草稿。目前这个稿的内容，副长跟我们讲一下重点，好吧？这个、重点就好。重点就是，他是用这个 sense of Congress 哈、哦，我想委员英文比我好太多了，就了解这个嘛。那他就是希望。行政部门要把送文职来讲是助理部长以上，助理部长以上，以上，然后将官的以上的官员都能够来台湾访问。访问的那个内涵是什么呢？包括威胁的分析、军事的纪律、这个演训，还有这个后勤补给啦，后勤补给的资源、部队、情报的收集等等，它总共有七项嘛。好、大概就是目前为止这七项有没有哪一个已经在进行的？有嘛？但只是不是资深的官员嘛，其实都在进行，只是没有到达助理部长或者将官阶层。那这样提升对于目前在谈这些事情，包括threat analysis， 就是所谓威胁分析啦、后勤补给啦、人道救援等等，会不会有帮助？跟委员讲帮助很大，因为以我来讲哈。那我们过去跟他的资深的助理部长也好降级去谈这个事情，你再怎么讲，因为他没有来亲身来过，所以总是在沟通上会有一点障碍嘛。哎，总是会，他因为他用想象总是比较，他如果来我们有组长优势，我们可以告诉他，甚至带他亲地看怎么对我们有信心，我们真正需要为什么需要这些了解了以后，那我们不管是未来的合作，或者我们满足我们的需求，我觉得这帮助都非常非常大。另外一个，我认为这也非常符合美国的利益嘛。对，因为如果美国 concern 这一块的安全的问题，他的资深人都没亲历看过，你要去指挥那些真正有经验的，难免会产生这个认知上的差距。所以副部长，你会觉得这是从工作的层级提升到可能的决策的层级的交流？没错。没有错吧？没错，所以不只是一个交流，它更重要就是说，它不只是交流面向，现在讲是层级的提升，对，是从工作层级提升到决策的层级，对不对？没错，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展，这非常重要，对不对？但是参议院会不会通过了？参议院还好也有这个版本了哈，我相信应该没问题了，我有信心它会通过，因为在共和党在操控的众议院是多数通过的，而且一面倒通过，加上众议院现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是谁？是赵小兰的先生啊，是赵小兰的先生、啊。谢谢我给我仔细，我倒是 McDonald 知道啊 ，McConnell 是赵小兰的先生，是参议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那对我们更是利多嘛，也是我们一个利多嘛，所以在参议院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参众议院都通过之后，这样的东西要不要执行，当然看行政部门。对，但是我们相信以川普这样的态度，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困难了。好，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我希望如此。台美军事交流，坦白讲，在那个所谓什么三公报一法律那个框架之下，有很多、自我设限的东西很多了。那个副部长，目前的限制到底有哪些？我们的国防部长可不可以到华府？不行，不行嘛。三公报一法律有没有提这个东西？没有，没有嘛。是他们设限嘛，对不对？国防部长可不可以到美国华府以外的地方？
可以，惯例上是有的。惯例上是有，包括国防相关工业会议啊等等，对不对？华府那一小块，但是那个地方不能进去嘛？就那个线嘛？那是紫禁城不能进去，那是禁区啊。那就是一种自我设限，那他自己的不是我们，不是我设限嘛？不是我，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打破，对不对？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当然希望嘛。好，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到台湾最高的层级是什么？这是不是机密？应该不是吧？不是，以国防来讲，但是他不允许我们的，不允许他的将官呐、啊，对，君子来将官呐、啊，所以将官以下基本上是有经常性的往来嘛。那当然了，但政务人员没有来过，对不对？政务人员对副助理部长以上都没有，如果现职的话是没有来的。但是换句话说，国防部之外的部长层级或者这种 secretary 曾经来过，但是国防部的事实上没有来过。对对，其他商务部啊什么那些没有没有问题嘛。所以国防官员是不能到台湾来的。国防官员是这样，这就是一种自我设限嘛。可以这么说。三公报一法律也没有说不能来啊，是美方自我设限的，对不对？这他的政策了。好，那请问副部长，如果当然了，这种象征意义外还有实质的关系比较重要了哈，在象征这一块啊。您觉得哪一方面我们应该想办法去突破？除了部长可以到华府之外，有没有哪一块方面你觉得我们可以努力的，在不去挑战他那个所谓什么一中政策之下的做法？其实是有很多啦啊、哦。我们当然不用让岛共知道了哈。我现在讲就是说，你觉得哪些可以讲？我是在想说，因为一讲了。好吧，好吧，你也很内行嘛，对，也很多，我随时可以跟你举好。我了解哈，但有时候东西一讲反而变成障碍，没有错，不太好，变成他们对方是施压的一个重点了哈。对对对，不过很清楚，就是说，在不挑战那个美国对中政策那个框架之下，台美的军事交流是有很多可以推动的地方，对不对？对对对，不论就人员的往来、合作的面向，有很多地方是可以来推动的。对对，甚至我们，对对，我可以讲，就是说我们的国防部或者非常愿意跟国务院来做。交流嘛，交流啊，也不只是跟国防部而已嘛。国防部，哎，对呀，他们这是、啊、因为在这个所谓国防授权法里面，还有提到一个东西叫 Civil Military Exchanges， 叫做军文交流的部分。他有提到国会，你知道吗？他有提到国会、欸，国会交流这方面，我们应该做的还蛮不错，尤其外交部做的更好。对呀、啊，我们也会做，我们也是国防委员会啊，我们可以贡献啊。对对对，我觉得，对不对？因为罗伟文，伟伟，你这个。对对，就是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等等类似这样的活动，所以未来哈，我觉得我们在国会，因为授权法里面有提到这个东西，而且我相信相较于行政部门自我设限，国会是相对比较松的啦。对，我觉得这一段推动，像上次我跟委员去那个美台商会，我不是拍马屁啊，你在台上那种风采非常好啊，不是，这不是我讲的，所以我跟你讲说。没有，我现在讲我不是这种人了，所以我也得先那个啊，我就说最起码那整个美方也好，媒体也好，就是美方方面啦，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很风光嘛，我们也觉得有面子嘛。没有，不然我现在强调就是说，大家可以做嘛。国会的国防交流这一块，绝对是一个我们另外可以做的地方。应该，而且应该，你应该来拜托国防，不是我，拜托所有国防的外交委员会的委员。是是，在国会外交这块多做一点点，所以我希望不只是国会对国会，我们希望国会议员能够国会对国务院，国防部那一段都还好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做得很不错了。嗯，我建议就是国会能够跟他们的除了国会以外，跟国务院啊这些能多做交流，绝对对我们那块外交部排很多了哈。我现在那部分外交部有在处，我现在讲的是，我是说对国防部，我们其实我们蛮有信心的，而且跟他们这些资深的这个将领也都。关系也很好，都有、嗯、等于都有这种个人的认识的这些关系了、okay。所以，我们谈到那个还是回到第一个主题，今天主题就是那个最近的军事演习。最近这一次十一月份这一次，当这个共军绕行台湾一圈的时候，美方有没有任何的反应？美方的反应有没有？你们这个飞机半飞啦，或者说有没有任何的一个作为？还是只有我们在反应？包括美方目前没有，不是目前。当下当时没有特别的反应，没有嘛哈？那我们情报有没有交判给美方？应该有了哈。这个应该有提好。日方有没有反应？日方当然有，日方当然有。到宫古的部分还是从东岸就开始？在我们东岸的时候他们有，到宫古的时候他们到宫古的时候他们日方是有反应，有飞机起飞吗？有起飞吗？有。OK， 所以我们有掌握。有。但是美方在当时在附近有没有任何的军舰啊，或者是飞机在附近有没有？
美军的飞机在这些区域都有它定期的监侦机制，它并没有针对当时这个动作做特别的反应。当然，它是有它的情资研判和作为，所以美方可能认为这一般，没有太大的异常，所以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应。我会后再跟委员说明一下好了，因为美军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活动啊，比我们想象的都又更多嘛，可能我们也不太适合在这方面谈。OK， 好不好？好，了解。好，部长辛苦了。谢谢。现在休息十分钟。不要动啊！
Thank you.
我们继续开会，请林长佐委员。林长佐委员，林长佐委员不在，请刘四方委员。六员三分钟，好，第三分钟。非常谢谢主席哦，因为我只有三分钟，所以我就只有问一个问题。我刚有稍微跟我们李喜明副部长哈，请副部长好吗？委员好，是部长您辛苦了哈。哎，不会，你知道我们在立法院里面都非常支持啊我们的国基国造跟国建国造哈。那在上一次我们有关国防的质询的时候呢，我们的国防部的同仁啊都有提到有关潜舰国造的部分呢，在2016到2019年呢、啊，总预算这个合约设计的是大约是30亿元左右嘛哈。那在上个礼拜就开了个标嘛哈，这是一个资格标哈。那你也知道资格标好像有一些状况哈，不晓得为什么经济部的联合船舶设计中心在资格标里面就已经被划掉了哈，只剩下另外两家公司，这仍然起很多疑窦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以我们目前啊国防部或是国内的经济部呢有能力去处理潜舰国造的这个合约设计标案，如果是让其他的另外两家，一间是民营一间是半公营了哈，来取得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潜舰国造的品质，包括我们自己国造的能力，是不是可以请副部长来帮我解释一下好吗？好，那个船舶中心他之所以没有通过资格标，是因为他自己的文件没备齐嘛。那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是光是国防部自己，还有外面聘请外面的很多委员会。那其他这个文件没备齐也很简单，我们希望他提出一个有1500吨的以上的船舶的一个设计的时机嘛。那事实上他也有嘛，那就像说我们想叫他带身份证来，他没带，可是我们不能讲说哎，我认识他所以不用带身份证啦，所以那个委员会他没有不得不。那我们当然是非常不乐见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潜舰国造能够集中所有的人力人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虽然船舶中心它因为法令跟采购程序的规定，它被排除到资格标之外，但是我觉得以后不论谁得标，我希望船舶中心的它的人才、技术啊、经验都能够还是能够去跟这个得标的人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副部长，你会比较乐观了哈，我其实比较不乐观哈。按照政府采购法，如果一个应该要备好的标案，而且是一个附件资料，他故意没有备齐，如果他到公共工程委员会去的话，他其实还是会被退回了，不可能争取到他是一个可以有好的资格标，然后进入第二阶段。那我就会担心说，会不会有采购上面的一个误差，造成大家的误解，好像说你已经指定某一家哈厂商等等这些。所以我还是要求哈，我们的国防部要特别注意这样的案哈，因为上次的质询我有特别提到，包括我们前任的将领都在凤凰卫视上面说，台湾没有潜舰国造的制造能力啊。我觉得非常帮我们现在正在服役的军方抱不平啊，哈，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哈，所以还是要请这个副部长可以多多督促好吗？是，好，好，那个时间快到了嘛，不是吗？结标的时间，结标的时间，结标的时间快到了，还有两个礼拜吧，还有两个礼拜嘛，哈。所以我希望说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呢，还是要多方去寻求可以比较更好的方案啊，因为这个是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再下去不是只有30亿，也再下去是好几千亿啊，好，那也攸关整个海军的这个荣辱啊，所以可能要请这个副部长要多督促，我全力以赴，我全力以赴，可能也要跟高层再多讨论一下好吗？会，一定会，发现真相到底在哪里，不要让一般外面的人看得雾沙沙，会觉得是里面是有什么不可告人，我想是不至于了好吗？是，好，好，谢谢副部长，谢谢。好，我们现在请吕玉玲委员。
谢谢主席。请帮我请李副部长跟周副局长。李副部长啊，周副局长。委员好。副部长、副局长，早上好多的委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台湾的领空，共军的军机啊，在我们的领空上面来飞行。那你们也解释了很多哦，第一时间你们都掌控了，很有信心都掌控了。那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他们也在第一时间飞机直接升空，就做了管控。那你们很多的解释是我们很多方面呢，我们都能够掌握。但是你们要关心的是，这一次共军它是常态性的演习吗？还是属于罕见式的演习？或者是它的所有的动线是常规性的吗？比如以前都是往西边，现在往东边，甚至以前没有环绕，这一次环绕，这等等都在你们所谓的掌控当中吗？副部长。谢谢这个委员这个关心。那我们刚刚在机密会我们也谈了很多，我在这边不一一赘述。那这一次的这个环绕这个台湾的这个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算是罕见了。但是呢，我们认为它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性，然后他们就常态性各种可能的路径他都会去做，会更密集。对，只要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的动线也可能不像以前的方式。对，他因为会 多变化，他也不愿意让你每次固定。为什么会这么做？你们有没有掌握？你都不能在这边说，你私下再跟我来做报告。 我私下可以跟你报告更详细嘛。 那基本上做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公开来讲，我想每一个军事专家杂志他很自然会讲说，这是一种，我知道你们说就像共军他们用那个电战机上去来环绕，而且来测探我们的整个参数。那你们不能表明，你们也很难啊，两难啊，能说又不能说，说了反应了又让他们测试到我们的参数。所以我知道你们很困难，但是要掌握敌军的所有他们可能会发生的。那现在罕见的这样子环绕我们台湾，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北部中部都是属于陆军，那华东地区是空军，南部地区是属于海军嘛。那这整个情形，它在环绕这样的情形，日本也做出一个动作。那至少你们说很多不能公布不能讲，我认为你们可以，我建议了我们国防部，是不是可以说的我们说，我们要让共军知道我们有掌握，你不能认为说我们没有在掌握，让他知道我盯着你，我有盯着你，你不能有下一步的动作。这个也是需要让共军去了解。至于可以公布给国人知道的，也安定国人的，大家会造成恐慌。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新政府执政的关系，大家恐慌？你若可以公布可以说明的，大家就可以安心。所以我建议你们去斟酌，可以说的可以做的我们一定要做，不能完全没有反应啊。日本就有这么大动作反应，我们反而没有反应，这是不好的哈。所以我们国安局这边你们也是有掌握吧？有吗？所以一定要有因应的措施，因为不是罕见哦，未来会更加的密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案出来，好不好？有这个方案出来之后，你再来跟本席来做一个报告。是，谢谢委员意见，我们会审慎的。因为我们的防卫能量我们一定要增强，因为共军这次的展示他们的军机的路线时间，他要是对我们恫吓的意思的话，我们要展现出我们有能力，好，不能就这样子被他的压迫性，有这个能力，好不好？好。那我们看到大家都有看到这个图了，这个这些图啊，日本都公布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不能公布，网络都可以搜寻到了。所以我们希望一定要安定人民的心，不要让民众造成恐慌哈。那接下来在上个礼拜六，川普跟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了，蔡普电哦，这个电话已经通了，我们希望能够是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也不要忽视了大陆方面会有什么动作，
不管是观光或者经济，我们国防部还有我们的国安局都要因应措施，会不会就像这一次的环绕台湾这个演训啊，变成是密集的，会不会进一步的有任何的动作？国防部，你们这边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来应对，好不好？是，好，谢谢委员。那至于大家都讲到在美国针对于国防的授权法的法案，尤其是在国会上在上周啊，375票对34票，对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军事的这种训练跟防务的合作是需要认为同意要加强的，在他这个1254节里面有提到，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一些资深的将领们也要跟他们的将领都多多的交流，可以刚刚副部长你说的有7项这个交流，让我们在军事上可以更加的合作。谈到这边还有一点哦，在1243节里面也有对日本跟韩国的美国三方面也要军事的合作。川普尤其是在竞选的时候，他有说啊，只要他当选，他一定要这各国啊，在这个军事费用上，他们每一个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够可以让我们军事合作的经费上，他们才不会负担太多。这一点，我们看到，万一川普在一个月哦就要就职了，会不会这些通通不买单？跟委员报告哈，我们跟日本韩国不一样，日本韩国都有驻美军嘛，那驻了美军保护他的国家，那他是不是应该分担呢？那当然应该分担，只是说他也有分担，只是川普认为说你应该分担的更多，因为我们美国负担了这么多。可是台湾情况不一样，台湾没有驻军啊，台湾没有驻军啊，我们希望他，但是我们有军购啊，我们的军购部分啊，军购纯粹是为了我保护我自己，这个跟军费分担不太一样。他如果美军来驻军到台湾来，那我们要分担，我们当然应该分担啊。现在美军没有在台湾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分担。军购是我们为了自我防卫，可是我们现在有军事的合作嘛，在这个1254节里面就谈到了。对，那我们今年年初特别有提到我们的美国释出善意，有提供给我们的武力的清单，这个清单后来我们谈后来就没有结果了。那未来国防部在这一边有没有继续的跟美国这边继续的协商？有，我们会继续的协商，但是我们要有个条件，这个清单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有需要增加我们的防卫的能量的，我们来购买。就早上先讲到的就是幻象机要延寿的问题，法国的话这边万一没有这些零件之后，我们是不是在这一两年我们先把采购一些零件起来啊？万一我们要自己要修的时候可以用。那如果幻象机没有了，我们未来跟中科院也要合作提升我们的防卫的一个功能性，对这个武力的这个清单，我们可以来看我们怎么提升，一定要提升我们的军力，这一方面我们要好好再继续的协商。所以我们很认同，这个我们最重要还是要看空军的需要，你们要增强你的防卫的能量的需要，空军有这个需要我们来配合，我们也会支持的。是，谢谢这边，谢谢，好不好？谢谢。那至于我们看到海军哦，海军的编了20多亿的经费要潜舰国造，最近也在做这个设计的标案。在这个标案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高工艺的技术，我们能够在一个民间的采购法的态度上，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个有非常严格的来审查。但是我们看到，海军有承揽一个6艘的猎雷舰，这个是跟庆富，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我们都谈到这个庆富有这个6艘的猎雷舰，延期下水，财务有问题，这些等等的问题是我们要关心的。但是我们得到的讯息是，这个庆富啊，他也要来标国际国造的这个案子，有来投标哦。那他本身这个庆富这个公司啊，财务吃紧，包括了我们上市的9大关谷银行啊，都严的不敢贷款给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怎么可以来投标我们的国际国造？
尤其是我们现在蔡英文政府对于我们这个国防的这个政策，是国人啊都寄予很大的期望，都获得很大的好评。他如果这样子来的话，我们是很担心的。尤其是媒体的新闻上就显示出来说，这个庆父他来投标，但是他跟陈水扁总统关系良好，现在又民进党执政，这样子的话他投标完全会没有问题。这种的一席话我听到，我也为了我们刘世芳委员的打抱不平啊。我们审查预算的时候多么认真的在审查，为了我们国防工业的发展我们多么认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在野的立法委员也是不公平啊。我们很多执政的委员都叫我们不能减列，也不能够冻结，这些钱都是该花的，我们都全力支持。但是庆父的问题也显现了出来，会来影响到我们整个国防工业国防政策的一个发展。请问一下副部长您的看法。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我们潜舰这个标案呢，我们唯一考量的就是专业技术，没有任何政治的考量。首先我要澄清一下，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机制啊，我们也很有信心，我们一定会选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合约商来执行。那之所以庆父会在这里面，那是因为这个我们委员这个委员会也好，收这个投标资料，我们不可能依据报纸上说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来拿报纸东西来判断，我们还是要以拿他实际的。可是他有加入投标，那你不能为了庆父在量身定做。哦，这个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不会为任何一个厂家量身定做。因为我们国防工业有这么大的突破，要可以跟委员国建国造，绝对不能为了这个金主在量身定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在这边很慎重的保证。那我在这边要求，那我们国防部就直接杜绝这个金主来破坏我们重大的国防政策，我们就不要给他参加，因为他资格审查就不会通过了嘛，财务有问题啊。而且我们前面合作的那个，我们猎猎界，我们后他也是延期下水啊，等等的资格没有照合约来行走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资格审查这边就把他打掉了。我们采购法啊，后面的资格标后面还有这个最有利的标，这些评审，这些财务什么，这些都全班性的都会来评审，都会做这个评审。所以国防部绝对要杜绝，我们绝对不会，绝对杜绝这个不良厂商啊，一定要杜绝来参加影响到我们国防重大的政策。委员讲了，国防部要做到，好不好？一定做到，好，一定做到。谢谢委员。请徐世荣委员。首先要谢谢主席啊，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走路比较慢了，谢谢你跟我调一下。主席，我想先请我们国安局我们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长，副局长好，副局长辛苦了。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很热门了哈。志龙就大概前述一下，最近我们美中台三方啊频频出招，从这个11月23号的这个新光部队的装甲车被中国大陆扣押，11月25号，我们有两批中共的军机在大家讲的啦巴士海峡啊，我们的东岸就是西太平洋训练，到了宫古岛回去，这样这些事情。都带有一些这个准军事行动的这个意味了哈，但是美国也在12月2号，他们也通过了台美军事交流的路法，更在12月3号，刚刚一个委员讲，我差一点笑出来，他说川菜通电话，我觉得川菜，我一下觉得好像讲四川料理一样哈，川菜，我是建议以后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总统先讲好了，就讲菜川这样哈，不要讲到川菜好像四川料理哈。就是我们的总统跟川普总统37年来的突破，
副局长，你认为这是我们外交上的重大的突破吗？我想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个报告哈。那么我们总统能够跟川普当选人通话，这个我们可以视为一个对台湾的一个善意。好，好，这样就好。刚刚也有委员讲，他是讲的说我们跟川普总统通电话是很难得，37年来的，好、哦，这个首次嘛。但是他形容的，我记得是王定宇委员讲的，他是说我们也要顾到连锁反应，啊、哦，当然你也知道他讲的连锁反应是什么。那我要形容的是叫做后遗症啊、哦，那你也知道我们不言可喻是有什么连锁反应，有什么后遗症。当然中共军机的那些事情，我想都是一些连锁反应，一些后遗症所带来的了哈。我主要的是讲说我们美中台我们三方，我们就像跷跷板一样，我们应该保持在太亲中也不好，太亲美也不好，我们应该站在坐在这个平衡点上面了哈。我们不要顾此失彼哈，这一点我也跟这个副座来报告。我们本来我们政府的这个责任就是，现在大家闹得沸沸扬扬的食安问题啊，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不要给我们的老百姓，我们政府的作为本来就是要给老百姓安居乐业嘛，不要除了食安的问题以外，又再带来生命财产安全的这些担心的话，就不是我们大有为的政府哈，该做的这个事情哈。刚刚很多委员也讲说，中共军机绕着这个走的这个是不是常态哈、啊？大家也讲过了，可能以后就是常态，常态是没有关系，我们这次也应变得很好。那我担心的是说，照这样的常态是没关系，如果有更严重、更接近，甚至于绕到我们的防空识别机那些，我们国防部也好，我们国安也好，应该都要有所准备，你认为这样对吗？你要设想说以后会更严重哦。当然，委员刚刚所说的都非常有道理。我想我们各相关业管单位啊，都针对这个问题啊做了各项的评估。我们国安单位也会持续对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发展啊，作为相关的后续的关注。哎，谢谢委员的指导。对的，但刚刚也有讲了哈，日本的战机是有升空啊，我们的战机可能也怕我们的机密被他怎样，不管怎么样，我想应该防空飞弹那些都有准备着吧。刚刚也有委员讲，虽然他这样绕着，不小心他一下子拐弯拐过来，啊，我们应该就是战机没有升空的话，我们防空的飞弹那些应该都有准备才对了哈，应该有嘛哈。这是不是国防部答比较恰当？好了，好了，好了，想也应该要有才对了哈。好，那我就请我们国防部我们副部长一起。请李副部长。部长啊，副部长，副局长，自从曾经在11月7号的时候，我们请教过我们国安局的彭局长，就是有关太平岛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我现在讲的，我们副局长知道我讲的事吗？有关太平岛的事情，副局长您知道吗？委员是指哪一方面？好，那我就再跟你讲好了，就是有关太平岛我们主权的这个问题。因为自从在我们这个经济委员会那边有提一个案子，到目前可能还没有特别的进行。我刚当初是要我们国安会在开会的时候提出这个案子，就是有关这个矿业法的修法的问题。为什么矿业法的修法会关到我们国安局这边来呢？主要就是说中油公司它有这个采矿权，
他已经展延了一次，他已经不能再展延的，就是在太平岛周边的那个采矿权，他明年就到期的，到期以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展延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法，修这个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中油公司的采矿权可以继续的再延长，不管你实质上有没有在那边采矿，我们至少要有那个采矿权，就是另类的宣示我们太平岛的主权的这个意味。所以我要拜托我们国安会也好，国安局也好，有机会的时候在中央讨论的时候，请有关部会快点帮我们这个推动啊这一点。那我会请这个部长一起上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我刚刚也有接到哈，我们这个内政部的这个部长的，应该各个委员也都有了哈，就是金烈南海元宝太平哈，他这个活动应该是12月9号到12月19号，都跟这个国史馆合办的了哈，就是双十二，12月12号，就是70年前，在海军太平舰及中业舰实抵太平岛，完成我们南海诸岛收复的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了哈。我看了一下，虽然时间很短，从报道时间不算的话，10点到10点半，虽然只有半个钟头的这个纪念的这个仪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哈。主要的我们是说，我们一直在建议我们的蔡总统也可以来去登一下这个太平岛，宣示一下我们这个主权。应该我们国防委员会上会期已经有建议过，我是最好建议说，如果可以在12月12号那一天去的话，那是更有意义了哈。如果不行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今年底，我不知道我们国防部是不是有在规划我们蔡总统登太平岛的这个规划，在今年底内。如果没有办法在12月12号那天去的话，我们并没有这个规划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随时随地做好各项的，这不管是谁要去这个准备，这也不是我们国防部的权责可以来做这些规划的。我知道，那个是不是也可以建议嘛？给我们也可以建议，我们蔡总统也可以去登岛，宣示我们太平岛的这个主权。虽然你不能命令他，但是我们可以建议他，可以吗？我想这个报章杂志也好，各界都有这些声音了嘛。我想总统他应该也了解。那我们是只是国防部是负责执行面这一块，我们随时做好这些准备。至于不是我们的全职方面的话，我们可能也不方便说什么。谢谢。那我先请这个我们国安局副局长，你先回座休息。副部长，我现在这种要请教你的是，你也是潜舰的，刚才也有委员问过，你好像也是潜舰的那个舰长嘛，哈。所以我们这个国建国造国防自主啊，这个推动这个国防产业，应该你就是专业真正的执行者了，哈。那我们潜舰国造基本上就是讲就是自研自制嘛，对不对？自己研发，自己制造，口号是这样。我记得我问过，就是说我们4年将近发31亿的规划画图，我也问过，也还是有要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参与嘛。所以说自研自制那是另外一回事的，毕竟还是要有国外的人才，或者是以后的实质的武器等等的这个资源嘛，哈。刚刚我们的招委又讲的那个倾覆的事情，我这边提的是说有点奇怪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船舶中心也不是有去参加那个投标吗？有，他有去参加投标。如果真的船舶中心有心要拿到这个标的话，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他这个投标的文件会有所遗漏，有所缺失，这个给人感觉上好像他不是存心，不是真正的想要去得那个标。当然，我是有点呼应
我们招委刚才讲的，是不是有点做球的味道？哎，我不去参加会给人讲话，那我去参加了，我最有能力的，我没有得标，好像又怪怪的。我的稿个我这个文件不够几件啊，我就没有资格的。我有参加，我没有参加，我会给人讲啊。我有参加了，但是我资格不符，我就没有资格的，是不是有点做球的味道？甚至我还复印我们赵伟讲的，也不是叫排付条款，这个不叫排什么的，排付就是排庆付了，不是排付人了。当然他有资格的话，但是他有什么前科，那个有些资格怎样，那我不讲。现在我主要的是说，船舶中心说文件缺失、文件遗漏，这好像有点怪怪的，你不觉得吗？我跟委员一样，我也觉得匪夷所思，因为他要的文件也很简单，就是说提供一个证明，说你曾经设计过1500吨的这个船舶嘛。那船舶中心他设计了很多船呐、啊，帮我们海军也设计很多船呐、啊。那你说是做球呢？我想他不会去做球了。我个人觉得还是跟他们你觉得匪夷所思，就是有点怪怪的。好了，我的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那就是有关潜舰潜造的，甚至于我还想要跟您提的，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日本的，因为媒体也有讲，我们虽然叫国舰国造，可能我们考虑的是昌隆级的这个潜舰，当然有好多理由啦。啊，我甚至于我在想，我们国安会的会长屈仁先生会到雅协，我们前行政院长。我们会到驻日代表，好像把重兵都摆在日本，好像就有点对这个昌隆级的这个潜舰有点要对他采购配合的这个意味啊。我的时间到了，我们改天再来慢慢的来讨论，谢谢。好，谢谢委员。请张立山委员。啊，谢谢主席。主席，请我们国防部副部长，请李副部长。委员好，副部长好啊、哦，副部长啊、哦。我们新加坡呢，因为国土面积小，那训练场地不足，因此跟台湾签订台星部队的训练协议书，那这叫简称星光演习了哈，也就是星光计划从1975年哈6月30日到现在，那可见我们跟呢 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非常好哦，所以我们一直帮他们训练哦这些部队哦，那从上个月的11月23号。香港呢，哈海关查扣了星光部队的装甲车了哈，我不晓得这当中哈是不是有我们国防部啊哈，在整个报关作业啊出了问题，还是呢我们啊现在目前跟啊新加坡之间关系有没有产生任何这个变化，或是呢有没有中国因素介入？所以我想请教我们的副部长，国防部现在有没有去了解这当中的问题是出在哪里？跟委员回报啊，这些我当然，如果委员愿意的话，我希望我们私底下跟你做一些更详尽的回报，因为我们通常我们不觉得在这边说是不是，在这个公开场合来谈这些事情，可能都不太恰当了哈。但我只能讲说，我这跟我们的国防部也好，军方的业务其实是没什么关系了，没什么关系。哎，但实际的状况，我们想私底下再跟你部长好不好？那这个部分哈，好，我允许你私底下跟我说明一下啊。那我要请问你啊，就是说，所谓的星光计划哈，现在目前在台湾训练的场所哈，大概有哪些地方？这个应该可以讲了哈。哦，就是有关所有的星光的计划的东西，我们私底下跟您报告都 好。那不讲星光计划，惯例我们不在公开场合谈这个星光计划。Okay, 好，那副部长不讲星光计划，那我们就把它说回来。陆军炮兵这个测考中心呢，哈，它目前呢所有的这个炮兵训练呢是在哪里训练？这可以讲的哈。来，
报告委员。是在这个我们浊水溪南北岸，也就是彰化县跟云林县的乡镇啊，有阵地。好，那现在在云林县哈，也就是浊水溪的南岸哈，大概就是我们赤峒乡跟林内乡哈，这边呢大概有最冲击最大的哈，大概赤峒乡有五个村呐哈，那林内乡有一个村，那你们知道嘛哈？从民国应该是4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一甲子了哦。我们陆军炮兵训练测考中心呢，因为我们要配合国军的这个战备训练演习嘛，所以在这两个乡大概有六个村以上都每天呐你至少一年当中有超过120天，几乎都在做这样的演练。那你知道，整个演练是透过村庄里面这个人员最多的地方。所以无论是炮声隆隆，造成啊很多的这个因为它分贝太高了，超过65分贝，所以很多乡亲呢，有的失聪的甚至呢身心俱疲，受到很大的这些威胁。尤其最近呢，我们看到我们在国防军队，大家可能技术也不太好，包括熊山飞弹都能够误射。那你想呢？你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这些炮弹一再一再飞过人民的头上，那你想他会生活的安稳吗？本席啊，在10月14号还在我们六合村的活动中心召开协调会，到目前已经经过2个月了，我没有看到我们国防部有任何积极的作为。你们现在是有停止演练，但是我不晓得你这个停止演练，当然以村民来讲，你再多的回馈我们都不要，因为这是我的生命跟财产，不是你短时间的回馈可以来弥补的。但是你们又说这个整个的军事演习呢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地点是最好的，没有这个地方你们也找不到其他的地方了，因为你如果要找其他地方，大家都会抗议嘛，对不对？所以你们现在只有浊水溪南岸这边的配合度非常的高，但是整个的回馈机制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国防部提出什么样的善意跟诚意。所以副部长这个部分呢，部长你不要一直低着头嘛，我在仔细听。沉思啊，沉思，哎，沉思，我长得那么难看吗？很注意，很注意委员的那个，对不对？起码眼睛要看着对方吧，是是是，这是基本礼貌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国防部这边知不知道说基层反映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报告委员啊，就目前他所这个募林经费啊，国军主要武器训场，赤峒乡是最高等级1000万，林内乡是800万。那有关上次您召开协调会里面所。乡民所建议的相关调整的机制，我是不是请我们国防部训知识这边做好准备？哪一位？再跟您说明一下。哪一位？机制的调整是报告。王少将是吧？委员好，是好，我是训知识联训处的处长。委员召开这个会议，我们参加过了，也回来以后，现在正积极来办理。第一个，刚才委员已经提到，我们先对有争议的在南岸的设计，我们先暂时停止。那由于关于这个募林经费的发放，因为我们是经过一个委员会来作业的，所以我们现在召集相关的委员来共同检讨修订。这个委员不是只有我们军方的人，包括民间的公正人士都在里面。那修订就是依据影响的村里要一个保障比例，将来的发放有一个保障制，因为我们现在的发放都是直接到乡，好，那乡来发放可能有些没有顾虑到，那我们现在希望说以后的发放要由村里到乡要开协调会，然后有一个保障的比例，这样能够让有真的受到影响的这个乡镇能够得到回馈。处长，你讲对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了，也就是说呢，你以乡镇为单位，那林内乡只有一个村，那赤峒乡有5个村，那比例的分配上，那当然是，直接受到撞击的这些村落他的反应是特别大的，所以呢，我希望就是说，你这审议委员会啦，应该要真正实地的下乡去了解状况，去考察，而不是呢站在，办公室里面开会，没有办法了解民意。我想我们国防部就是要保家卫国的嘛，不能够与民为敌嘛。
所以呢，民意之所趋，也就是你们要朝的一个方向。所以今天本席在这里提出来，希望你们赶快做好因应的这些措施，让民众真正能够了解这整个的状况。我想现在目前为止最好啊，是能够把哈整个炮兵的这个考测中心呐迁移啦，哈，因为呢整天受到这些无故的波及，到目前为止啊，死伤的人数超过70人以上，就是被误射的嘛，对不对？甚至你们一些装甲车路上也撞死人了，哈，这些可能都要好好的再去做一些控管，哦，整个的要做好的监督。所以今天本席在这里呢，希望针对云林县。无论是赤桐乡、林内乡，应该啊要给一个妥善的一些补偿跟回馈，让民众才能够生活的安心。至少呢，哈，我想在这方面一定要跟地方取得共识，尤其是到村落、村落里面来，要不然呢，村民呢每天呢所受到的伤害，我相信不是你们能够体恤的，也不是你们能够当住在那边的人可能够体会的，这样可以吗？谢委，我们会依照委员的指导来做办。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给一个满意的答案呢？这个，我们下去以后会把这执行的进度向委员报告。大概多久？已经等60年了。有些刚才像说训场要迁移这个部分，可能知识体大，哦，这个可能整体的规划，我们下去以后再找时间跟委员做一个专案的报告。好，那今天外交部没来嘛，哈。好，那刚刚讲的一些星光计划呢，我希望我们国防部这边呢，再针对本席所提出来的问题，给我做私底下的一些说明，好吗？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请徐永明委员。主席好哈，有请副局长哈，周美武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好，哎，副局长你好哈。我想大家早上也很多委员咨询哈，就关心这个总统跟川普这一通电话。那你可以看到川普后续的一些反应，好，甚至今天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对中国有更直接的一个批评哈。好，那。他选举里面其实跟他相关的一个幕僚叫叶望辉，最应该是今天会这几天会在台湾嘛，好，那请问国安局这边对于川普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一些言意？你们判断如何？这是突然偶尔之作为，还是他是一个想好的一个战略，一系列在推演下去？那你们评估如何？对于台湾的影响是？那更重要的是，其实这个叶望辉其实在接受这个史宾叶子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因为他之前当过前尼这个副总统的助理哈，他也讲到说，其实对台湾可能川普也会有些要求哈，除了军购之外，甚至在经济上哈，那整个国安局你们的研判如何？好，你们真的有一个初步的看法，还是还在研究观察当中而已？好，跟委员做个说明哈。自从礼拜六开始，这个两个总统通过电话之后啊，我们也就针对各方的一些看法跟各方的这些资讯啊，做了一些研析。那我们基本上认为啊，这是美方新政府未来的政府啊，还没有就任的这个政府啊，对台美关系一个善意的一个表达，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个动作呢，也打破了过去台美互动关系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突破，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可以关注的。也就是讲，川普这个当选人，他在这个外交的这个领域里面啊，可能未来他会突破以前的模式。他可能会采取他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做法之下，我们当然要持续的观察他可能对美中台，甚至美中苏，甚至整个 NATO 或者是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个通盘的一个战略影响。我想在这方面我们都会依据刚刚委员给我们的指导，我们会持续去关注。副局长，我想问说，你所谓他这个模式是怎样？
是风格、行事的手法，还是会上升到，比如说他的对中政策，甚至他一直在台湾谈他对台湾政策所谓一中政策这东西，这些比较高的这种政策上或政略上会有变化吗？我的意思说，行事风格是一回事，比如说一个刚当选总统，不透过新闻秘书或办公室来发稿，而是直接在那边发言，他当然对整个美国的民意有很大的动员哈。台湾因为这样能见度就升高哈，至少很多美国人知道台湾不是泰国哈。可是我要问的是，国安局的研判是这个层次可以上升到怎样的层次？那另外，在美国政界有个笑话，也不是笑话，是一个实情啊。总统的电话哈，绝对不是免费的。总统候选人电话，如果总统候选人打给你，就是要募款用的。同样的，总统当选人的电话也绝对不是免费的。那你觉得这里面，这个叶万辉提到武器是个项目，好，那甚至在经贸上面，他可能对台湾也会更有强势的要求。那这方面你们的评估是如何？我想刚刚委员讲到的这个各方面的资讯啊，跟各方面的这些评估啊，我们都会去关注。那么就目前来看啊，整个的资讯的显示啊，因为美国的新任的政府的人员啊，都还没有就位。那如果我们现在来就着接做一个判断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言之过早，也不够客观。那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办法接触或了解或预判，未来会跟你们有相关的，或是主导这些政策的人是谁？我们现在目前都在做这方面的规划跟努力。好，副局长，我的意思是说，哈，它这个影响是蛮大的了，哈，光不只是在舆论上面的，我觉得它实际影响很大，哈。下一页，好，这是今天早上海霸王的一个声明，好，这跟两位总统的电话有没有关系？这个可能要去问海霸王，这个、我不太敢讲。哦，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回应的方式了，可是我想知道是国安局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你知道这个事情当然会激怒中国，啊，那中国手上有了工具，台商一定是最直接的一个，哦，以前奇美的老板也写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哦，海霸王今天出来，而且还非常清楚的跟蔡总统做切割，哦，很清楚的指明，哦，你觉得这是海霸王个人的作为吗？你当然可以说啊，这你也不知道，这要问海霸王。我说这是一个回应的方式，可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回应方式。我们要问国安局的是说，这会不会是一个中国回应你的方式？而且这会不会只是第一篇？接下来在那边设场，每个人都给我登。未来会不会是序列性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们的政经环境冲击会不会很大？我的意思是说，当有这些行为发生，有两个高层的电话，这个东西你们没有预判到吗？还是说这都是他们个人的行为？跟委员说明一下哈，海霸王这个事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上个礼拜五以前的事件。啊，他对他查税跟相关的这些动作，所以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我不敢这样讲哈，但是刚刚委员所指导的哈，我们一定会去关切哈，相关各方各面的这些。你会不会觉得会不会有第二篇？因为你知道你的说法是说啊，这跟查税啦，这跟这个在他们通电话之前，这个行为发生之前，他就要登这个广告了，对不对？那会不会接下来不断的？所谓以商逼政、以商为政的事情，透过这种方式来呈现。我想中共一贯以来都一直在用这些做法，哈，在这个两岸的这方面的，所以你们不排除，对，是，好，未来会接续的有。那你觉得这对我们的政经环境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如果这些大老板都出来表态，第二个。也有中共媒体说，那拿掉几个台湾邦交国，那这会不会发生？我刚刚早上有直接跟各位委员说明过哈，那么外交空间的打压，它不是今天才开始打压，我当然知道，它持续以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动作，可是时机的问题啊。对，但是这些方面我们会
在密住这些的发展。我想我今天的质询主要就是讲说，其实这个事情有提振台湾民心的部分，可是也有会有它的后果。美国有他想要的东西，中国有他手上的工具。那不论是以商逼政，或是做这样的表态扰乱我们的政经秩序，或是所谓拿掉邦交国这个事情，我觉得国安局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能只是说你还在研究当中，这个是可能陆续发生的。我们不会，我们一定会严阵以对。我不说你们严阵以对，我是说你们有没有对策，还是说这个事情实在是因为川普的行为太奇特了，所以你们都是之后才这些东西可能对中国而言都捏在手上。我比较担心的是哦，这些事情会陆续发生。好，啊，这些事情美国的需求也会来。当我们被拉到谈判桌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好，局长，我觉得这些事情影响真的是很大。好，会不会有再有其他篇？明天就有，或是每个礼拜一给你登，每个月给你出现，给你形成压力。好，因为他已经讲，之前已经讲很清楚了，他不要说啊，你这边赚我的钱，来这边支持这个所谓执政党。好，再下一页。这会不会变成常态？我相信你们早上秘密报告里面有提到，我只是想问说，这会不会变成常态？我想根据外电跟这个中共的这个他的发言人所讲，那未来这个应该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常态训练模式。那我们一开始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因应就只是我看一下，这叫什么？关监控。那未来我们也只监控而已。就是当它变成常态，当它未来甚至把它列为它的训练项目之一的时候，啊，我们的反应都只有监控而已嘛？好，我们是不是请副部长？谢谢委员，请李副部长。跟委员啊，那监控是基本的必要手段，我们做的也是不只是监控，而且我们还监视。嗯，啊，监视。哎，那强度能更高一点吗？我们这次的强度就已经很高了。哦，刚刚那个机密资料上面也有照片啊，什么跟那个我知道委员可以看。我是说，可是他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他觉得他未来会变成他常态性的。他影响还是很大。可是他并没有退却嘛，对不对？不是他，因为他在我们的国际空域嘛，他无所谓退不退却的问题，嗯，但他也知道我们随时随地掌握他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反应也非常的明确。只要他在国际空域。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对他是没有办法去影响他的。对，我们在国际空域，他也不能影响我们啊，这是合理的，啊，大家都不能影响大家嘛。可是他已经飞到你的东部空域来了，可是他还是在国际空域，啊。我知道，他当然是在国际空域上，可是他随时可以给你产生压力嘛，他可以接近你嘛，这是没错，啊，对不对？他可以冲击你。那我们过度反应，其实对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在这两个总统高层这个通话之后，这个会不会更频繁？你们有没有准备？他会不会有一些更冲击性的行为发生？我们都有准备，我们也常常在研习每一次可能的路径了。OK， 这跟委员放心，我们都随时在做好这个准备。因为我们赵委站起来，我今天的质询只是想强调，是说其实这是一个连锁效应，所有事情会不断的发生。啊，对手工具非常多，两位其实是应该反应更快，预想到更多的。因为他一定会就既有的东西不断的去给你做压迫，给你产生冲击。好，那我希望我们得到的不是说啊，这可能要问海霸王啦，这个我们有预判啦，这我们也，我觉得应该更有强力的作为，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事情的负面效应是我们可以控制，不是控制啦，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些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委员。请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不在，请邱志伟委员。谢谢主席，有请国安局周副局长。请周副局长。委员好，副局长，大家都把焦点集中在这个总统跟川普当选人的通话哈。
是。那我个人自己的粗浅的观察了哈，我想这个不太像是他个人的行事风格所引起的即兴之作嘛哈。他是经过这个他的幕僚有做过一些评估，做过一些这个预测，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可以视为准执政团队一个外交作为这个一个暖身之举哈。那他在第二轮跟亚洲国家主要的这个领导人通电话，台湾是排在第二轮哈，就代表台湾在他的亚太不管有没有战略了哈，在亚太战略、亚太思维里面扮演一定分量的角色。本席的观察您同意吗？我同意。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突破，从我方的角度，过去做不到，现在做到，是一个突破。不管是外交或者是对外事务啊，没有不可能的事，是只有没有能力的人。对，好、哦，任何只要你下达这个指示，你全力以赴，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合法范围之内，我觉得都有可能的，都有可能的这个成功的因素。好、哦，那就怕你找到没有能力的人或者消极的作为，你当然不可能成事嘛。哈、哦，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也许现在还在观察，是一个动态演变。哈、哦，这美中台是一个动态的三边关系。那这种变动对台湾未来，是有利，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让中国人反应很重要哈。那中国目前没有很明显的有太多的这个反应，可能他还在做观察，也有可能是认为他是一个总统当选人，还没有正式就职嘛哈。但我从我方的角度，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外交上的突破啊。即便他是一个总统当选人，但是他所表现出的这个跟台湾直接的互动啊，是过去不管是历任的总统或者总统当选都从来没有作为嘛哈，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这种所谓我把它定为电话外交了？你如果面对面见面，大概有时空的限制，电话外交可公布可不公布，双方有没有默契？你可以公开，也可以双方这个有一些的这个默契存在哈。同样的模式，我们可以，那么蔡总统，你们评估蔡总统跟安倍来电话外交，跟英国首相 May 来这种讨论这个欧盟事务，讨论英国的事务，跟梅克透过电话，国安局有没有做相关的评估？所谓的电话外交，台湾积极来突破在国际社会被中国打压的困境。但是双边通电话是不受中国管制的吧？只要双边的团队安排妥当，在这个利益上有共同点，哇，这个是可以去努力的目标。是，您觉得呢？我非常赞成委员的这个指导。那么，我想我们应该要拓展各种的管道，去对我国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做。所以总统的语文能力可以及时沟通，你跟川普十分钟，他不是寒暄啊，寒暄不可能超过十分钟嘛，大概寒暄一两分钟，很多时间都在讨论双边实质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建设性的这个电话外交，同样的问题可以 copy 到跟其他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做这样子的这个电话的沟通。从国安局角度也没有评估这种作为，从国安局的角度有没有评估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突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对我们的封锁？我刚刚跟委员说明啊，我想这个电话外交这个方式啊，也是各种方式之一了。只要是对整个我们在国际的空间或者国际环境，或者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运用各种的管道、各种的形式或者方式，都应该去尝试，这样子来拓展我们对外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模式、新的方式、新的管道嘛？是，过去好像没有成功，一次都没有，印象中跟主要国家领导人或者非邦交国有任何领导台总统跟非邦交国领导人通话，目前没有。而且我们这次通话是这个美国啊，世界的这个强权，那其他国家、其他区域强权会不会看到？哎，美国都跟台湾有直接通话，讨论双边的这个利益关系、合作关系，那未来他们可能也有这个受到一些鼓舞，所以我们应该要求啊，涉外部门了、外管了，
要全力去推动这种模式。是，谢谢委员。好啊，请回哈。我请这个李副部长，请李副部长。委员好，部长，部长，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军方在东海的这些军事作为哈，美日安保哈是一个条约嘛哈，是，它是美日安保是一个条约，是，这条约是美国的国内法律，所以它有拘束性，是，啊，美日安保的内容就是说，只要日本受到攻击，那美国必须毫无这个一定要有义务去协助日本，对不对？是，啊，美日的安保的范围有没有包括台湾？他曾经有过说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事，他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些讲了台湾或者怎么样，周遭有事的概念，他没有明确地理范围，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周遭有事的概念。那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说，周遭有事的范围当然定义权是在这个日方嘛。好，日方如果对他觉得对他的这个领土对他的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他就会把他定义为是周遭有事嘛。那个时候现在美国川普当选，那美日安保它的强度会不会被弱化？国防部的评估呢？这个我不方便来针对这个美日安保哈会不会变化了，但是就是会不会被弱化？就是他我目前我个人来看看不出有什么弱化的迹象，他可能会去就这个军费分担问题会去做一些讨论了，但是因为川普也希望增强军力嘛。那这些东西都看不出来会弱化，那可是商业面哈，就是说他要加重这个所谓亚太国家对军事上的负担。但是从美日安保的核心精神，只要日本遭受到攻击，美国必须有协防的义务嘛？对，没错，这一点是法律规定，所以即便总统也必须要依法行政嘛？没错，好。那台湾跟日本当然在同样一个区域，现阶段面对的威胁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对不对？不管是台湾或者这个日本。主要的威胁来源还是中国大陆，副部长是吗？哈，日本可能他会想的更多吧。日本要北韩，他有北韩、俄罗斯等等这些。也许有北韩也有俄罗斯，但是目前迫在眉睫都是中国嘛。这个委员这样讲，理论上没错，但日本可能要日本说，可能是的。但我们从第三者来看，好，美国最主要的威胁来源是中国，但我想那是毋庸置疑的。好，您是海军出身，是。日本自卫队的海军实力非常的强大，大概全球的这个海军防卫能力大概仅次于美国。我不知道您的观点怎么样？他确实是有很不错的海上能力，甚至他的海军的实力，总体的海军实力，他还强过于现阶段中国的海军的实力。这个、我是看过一些文献的。您同意吧，哈，应该是如此的哈。所以同样面对威胁的来源是中国大陆，那海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防卫上有合作的可能性？目前看不太出来了，没有任何管道，没有可能性啊。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这个已经超出了一个纯军事的一个思考的范围了嘛。你最起码从低阶的直管通勤或者军事人员的交流，这些都总该有一些的进展吧？不能说台日双边没有任何军事上的讨论或者协议，不要说协议好了啦，有任何的互动交流吗？说没有互动交流，当然不太可能嘛，当然不太可能说没有互动交流。但是委员一讲到什么协防啊，那可能。那我说这是美日安保，我是说台湾跟日本之间的防卫合作，不是协防啦，防卫合作概念很大嘛，只管通行。如果你把它定义成叫做军事交流，或者这可能比较贴切实际，因为防卫的合作现在就有军事交流嘛。上一届我就咨询过，好，台日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军事交流，好，互派人员就是这些参访啊，学术研讨会这些都有，能不能可能提升一些位阶到只管通行？做某种程度的这个合作，我们当然希望争取所有可能的机会嘛。但是目前我们还是注重在我们自己的防卫那一部分，他们还是注重他们自己的共同安全的概念了哈。共同安全的概念，你如果靠这个一国之力啊，很难跟这世界上主要强国去对抗，一定是共同合作，
共同安全的概念。那种共同合作对象，我觉得在东亚当然是日本哈。那这部分，我只是提醒一个建议给国防部，就是说现在台日之间的军事交流是有，但是还是比较低阶的，还是比较琐碎式的，没有一个系统化，能够朝向资管的东西慢慢一步一步来提升双边的这个军事合作。我想我一直想要涉外事务，不管国防或者外交，没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没有能力的人。好，我想只要有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个目标，我们就一定要全力以赴争取任何对台湾安全最有保障的这个作为跟措施。那当然了，委员这个意见的绝对我们非常认同。好，谢谢。 好，谢谢委员。请陈罗珀委员，陈罗珀委员，陈罗珀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请马文君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副部长，请李副部长。委员好。副部长好。今天我们就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中共军演的部分，其实在这里可能也，我相信国防部也有一些因应的想法跟做法了哈。不过在这里也要特别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国安战略的指导大概也不能轻忽中共这一个类型演训的发展，因为随着中共军力的迅速增长，美日其实在东亚海域它所保持的绝对优势，其实是在那种是它的势力是在消失当中。所以就这一次的军演哈，本席想先从习近平他上任以来回顾一下好了，就是说大陆为了因应他本身内部经济的结构转型，那大陆其实他在崛起大国的这种国际角色跟区域地位，还有主导国际话语权等等，其实他们一直把它列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所以大概也提出了一带一路，还有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亚投行等等的倡议，另外还有海上丝路的这个部分，在它整体的国家的战略上面，其实他们有一系列的做法，就军事上来说也是比较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我想本席想要把这个时序拉长，它从2008年开始，大陆的海军就开始进行亚丁湾的护航的行动，名义上好像是要打击索马利亚的海盗，不过实质上其实是检视他们珍珠链的战略，在各个海港的后勤支援还有补给的能力，还有借由这样的护航，其实大陆的海军经过地中海，他也拜访了意大利、埃及、希腊、英国等等国家，所以在这个远洋的战略还有全球的战略中的布局，其实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那接下来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的核动力潜舰他们也避开了美日的监视网，一路从中国青岛穿越宫古岛跟与那国岛的缺口驶向太平洋，突破了日本九州到菲律宾的第一岛链。中国其实它能够突破警戒网，也证明说它其实掌握了海底的地形，然后也反映出它的潜舰的静音能力。因为最早中国大陆其实他们的潜舰是有受到嘲笑的，就是声音非常大，他要一出，他只要一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潜舰出来了，而且在哪里。所以他能够突破这个部分，相信他在这个部分也提升了不少。那接下来在这几年当中，其实中国也不断的派遣潜艇，还有成功的远赴印度洋。那传达的讯息也非常的明确，中共的海军已经可以在全球的海域活动，也不是以前的近海的潜艇部队了。所以从这些种种的一些讯息来看，中国的攻击型的核潜舰它突破了第一岛链，那在菲律宾进行常态化的航行，而且开始全年都不间断的一些巡航，从逻辑上来看，他们的下一步可能就是要突破第二岛链。
就以上这些看法，还有当各式潜艇它进出这些岛链都成为事实的时候，它绕行菲律宾成为常态，想要请教副部长，大陆他想的跟他目前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个跟委员回答，我们从大的来讲哈，这个从习近平最早提出了这个中国梦嘛，甚至于更早他们的三步走的策略，他本来最早之前远远的就已经想未来，他就想要突破到第二岛链嘛。那刚刚委员其实把他的这个战略啊，跟他的行动几乎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整理嘛，包括到从开始2008到亚丁湾啊，这整个珍珠链的这个考量啊，包括他的这个核子动力的潜艇突破到西太平洋，甚至于他的潜艇也到印度洋，然后经常性的也到南海去，那不只是绕菲律宾嘛，也有绕印尼，这些他都有做，他就是在突破，彰显出他是属于大国崛起，他有他全球战略的考量。换就是说，他们的考量就是，当国家的利益在哪里，他的海军的能力就要到哪里嘛。这是他们自己公布出来，他们一向都是标榜这样，一向标榜是这样，而且也非常重视，甚至其实已经做到了。就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系列的，把时序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事实上他做到了。他必须突破第一岛链，他甚至当初还认为必须要打掉菲律宾，对不对？可是现在菲律宾急速的请中，其实他们已经很成功的收服了菲律宾。那接下来可能就是第二岛链的部分。那这些行动，我们就是大概也可以确认哈，他可以获得各式的水文，还有作战的参数等等。重点是他从船舰、潜艇到不断的战机飞越岛链，而且说到这里，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啦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国防部还有很多的专家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训练、军事训练或者勤收而已吗？而且这一次还有更大的不同，是过去机船它都是单一进出，从单一的海峡进出宫古海峡或者巴士海峡，可是这一次它分从两个海峡到西太平洋去交汇，这段时间它从水下潜舰到水上舰艇的编组，从空中的战机巡弋到战机、轰炸机、电战机、混合编队等等，它突破岛链已经到联合操演。像这些变化代表他军事行动下面的意涵到底是什么？我们国防部有没有确切的掌握到这样的变化？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担心？因为他从过去，为什么要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从过去的七大军区把它变成四大战区，然后组织从过去像苏联式的调整成倾向学习美国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方式。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把守势转为更积极的攻守合一了。所以这一次今天特别要提出来，是我们今天做了这样的报告，然后他的演训做了这样的调整跟发展，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或者我们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做法？就刚才本席所提到的，副部长您的看法是什么？就他的演变。好，谢谢委员都做了很深的这个研究啊，这是全方位的研究，甚至于包括从七个军区到五战区，然后从单点到多点，从水面到水下到这个空中啊，这方面从单一的到联合都有嘛哈。那问我们担不担心？我们当然担心。那我们有没有注意？我们随时随地都在注意哈。副部长，这已经不是我们注意的问题而已。刚刚其实有很多委员提到，其实我们不是那么在乎说我们的军机是不是有在上空去做一些监视的行动。其实甚至我们没有像日本这样有半飞的行为，这个都是在都显示哈。因为其实以中国现在的军力和影响，我现在因为你刚刚那个报告，我有听到。我们不称呼叫半飞啊。我们不称呼那个叫半飞了，
你认为怎么样的说法都没有关系，我们在监视他，我们在监视他，因为其实监视跟时间点也很重要啦，那个我相信你们会有因应的做法，那个我们就不在这里谈。可是刚刚提到的是你要整体的去考量的，其实比这个还严重的多。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其实他目前可以突破的，他目前现阶段已经在执行在做的，才是我们未来应该要因应的做法。你像其实我们向来国军的战力保存的屏障都是台湾东部，以目前他们的做法，其实中共的军机飞到台湾的举动，它其实包括我们国军的固安作战计划，还有历年的汉光演习，我们的推演其实在都应该有不同的因应方式的。就刚刚我们提到的，我想今天是特别提出来，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它的发展是应该要让我们担心，而且在我们现在两岸关系更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在这里我也要请教一下副部长，我们会不会买 F-16CD？ 我目前并没有这个规划。在蔡总统跟目前没有这个规划，美国总统当选人，因为很奇怪了，他们通过电话以后，突然有这些讯息都出来。那幻象其实他或者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有问题，其实不是现在才发生。可是为什么过去都没有因应的做法？而且空军也评估过 FCD， 其实比我们目前 F-16V 的那个就没有比较好。所以如果因为通了电话，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买人家不要的，或者比较过时的，或者比较不符合我们需求的，我认为那个都没有必要。今天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特别提出来，因为 F-16CD 刚刚有听到其他委员在关切，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做过提升的案例，印度有，印度而且花了很多的钱去做这个F-16AB 的这个升级，幻象机啦，幻象机其实是有升级的案例的，不是没有。跟委员报告，我们所有的这个需要的军售的项目，都是考量我们的战略跟作战的这个需求。前一阵子我们空军已经颁布我们空军的四个需求嘛，我想我在这边不耽误委员的时间。对，那个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哈，就是说今天会特别提出来，因为大家担心的，除了认为是一个突破，就是说我们蔡总统跟美国的当选总统当选人可以互通电话，其实这是一个有些人是正面的看法。可是未来以他对整个台湾的考量，或者对于未来台海整体的战略的考量，他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我们还不清楚。所以我们更希望，其实我们国防部或者国安单位，其实应该要有一个全面性的，就现在的整体发展，不是只听到人家有通电话大家就很高兴，那个当然是一个突破，可是它背后的意涵更值得我们大家后续的关切了。所以在这里就这几个面向我们提出来的，希望有因应的做法。因为包括像空军的这些问题，它过去你包括像运输这些机龄老旧的这个黑鹰直升机调拨支援都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们很担心当别人一直在进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做法是落后的，而且是不足的。那这些战力的空缺到底要怎么样去因应，也是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未来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过去台海的那种状况，在1996年发生台海危机的时候，如果发生在现在，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请大家可以要深思跟做好完整的规划，谢谢。好，谢谢委员的提醒。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请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请钟孔昭委员，钟孔昭委员，钟孔昭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请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蔡逸瑜委员不在。本次议程已经登记的质询的委员，除了不在场委员之外，都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次
会议有吕顺林委员等提出书面的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部分，请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提供。散会。